你看也有喊我的，也有，你看也有喊你的啊。啊，是是是，都能听出来 啊， 啊，什么什么什么，狼哥岩我爱你啊，狼哥岩好亮啊，啊啊，狼哥岩是个秃子啊。哪位观众说这句了？就那第六排那胖子。第六排哪有胖子呀？你看第六排那胖子，给我站起来。别看了，站起来就我们俩这胖子。谁呀、啊？芊芊细腰。捡起来。什么什么捡起来？脸掉地下了。真无聊，干嘛呀这样？我讨厌的是。就观众喜欢。哎，对了，才会这样呐喊。喜欢德云社。哎，这是喜欢德云社，完外带喜欢我们。捎带手的。对了，也有朋友确实喊出了我们的名字。嗯，我们哇，你看看哇，心里边好就像乐开了花一样，你知道吗？你是多少天没洗澡了？你是？怎么了？啊？去你们的，还去你们的家伙、啊、真是的，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嗯、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啊，一上来你们喊这种我们非常开心，对不对？甭管大哥还是大姐喊、啊、因为我发现我的观众群啊有一个特点。怎么呢？有很多大哥喜欢我。哦，真的。嗯，就是你看，有我们德云社来说，有的小鲜肉啊，或者是年轻长得帅的，好多对女孩喜欢啊，好帅啊。等我一上来的啊、哦，张老师好样的，张老师，张老师，这大哥太粗犷。你看今天有多少大哥来现场了？你听听，我这声音很雄厚啊！祝大哥们万寿无疆，风吹雨打依旧潇洒。他跑这儿祝酒来了，你看看没？这了不得啊，证明咱有人缘，对吧？你看喜欢狼和岩的，我看看那个有多少女观众。哎呦，这我是回家了，我这是。你们是没吃过猪肉吗？什么话、啊、你这叫？真是，跑一个，大豪，跑。什么叫跑？人家说聊天呢。大豪，听话，他小白，你说他也这不是大黄，今天来看你的都是跑，你有意思吗？蹲，大黄，大黄跑，我倒下你不一定赔得了钱啊。大黄蹲，秀，秀，大黄丢。大伙，哎呀，今天没带狗粮，小白捡回来。这回看见猪跑了吧？窜的还挺快。你是不是过于顽皮了？这怎么了？这是我是人家大伙们喜欢你，我是给你个展示的机会。你给我展示机会，我成那个了？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啊！人喜欢你表演吗？演员吗？是，咱该表演表演呀。就是喜欢你，这老话怎么讲啊？什么老话？要想卖，脸朝外。演员就是这样的，你上台来，你就得撒得开呀、啊。哦，要脸就是不要脸。对，大伙说：“哎呀，狼爷喜欢你，跑一个。”你说不来，我哎呀不好意思，不行，对不对？观众喜欢、嗯、狼爷生一孩子，你们、嗯。你们确定是来看相声的吗？啊，我就举个例子啊，今天不行，今天因为那个这有那个剖腹产，那个刀口。谁呀、啊？他们说，他们我听说你这刀口是怎么回事？听他们的呢，那没有刀口。是我看是怕线崩开，没有。好，观众是喜欢你，我谢谢大家，跟大伙就是聊聊天嘛，不要诋毁我。狼爷有人了解他是不是？嗯，但是我的好搭档，我还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哎，我谢谢你了。对，一般的捧哏演员啊，在台上啊话都少，逗哏的老欺负捧哏的，是我就不愿意这样。哦，因为这是我的好搭档，我的好哥哥，台下我们是好朋友，所以说不允许任何人诋毁他，哪怕动他一根头发都不可以。对，就他一个人薅，你知道吗？啊，可一个羊毛薅。废话了，这叫什么话？我这秃子还得动我头发呀？不可以，知道吗？啊，
哦，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岁数也不小了，年龄也不小了，可不嘛。今年多大岁数了？我四十一了。四十一了，嗯，听听，哎，跟大伙说，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我这，我长寿的秘诀就是给儿子捧哏。嗯，哇，你是想哈哈哈是吧？哈哈哈，哇，你好棒哦。哎，没事儿，你现在这种风格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了，是吧？一般儿子都崇拜爹。嗯，咱也能聊天吗？这不跟着说着的吗？我当着这么多人夸你，应该的呀。我还成应该的了？可不吗？那你自个儿说要不得。哦，说一下啊，张伦是我儿子。你给我上一边，你累了，你累了。这不是你让我自己说吗？行了行了 ，stop 吧 ，stop 啊、，sit up。stop 也没椅子，你让我 sit up 是什么意思？我是站起来还是坐下呀？我刚才你要说坐下吧 ，sit down，get up， 你来一 sit up。我是一个连贯动作，我是什么呀？这嫌你会的多是吗？不是嫌我会的多，是嫌你会的少。咱不说英文，知道吗？这都算方。我也没想到就倒到英文这趴去了。我就不想倒啊。啊，不倒，慢慢来嘛。说话，先说你的岁数来说。对，就说。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都不是小鲜肉了。哎，这话说对了。人有小鲜肉，年纪轻轻的上来，二十啷当岁啊。是。就是我们现在这已经人过四十了。人过四十。老话怎么说？人过四十，古来稀呀、啊。你先等会儿，这是什么老话？这是我姥姥说的话。你姥姥说的是梦话，你知道吗？人过七十古来稀。人过七十古来稀。对喽，您这算稀一半了吧？你拿我这调芝麻酱来了是吧？人过半，人一过半，什么天过五？没有这话吗？啊，是人过五十，天过五。不，天过五十，是吧？人过天过五十就该吃饭了。对，天过。你管过几，反正老话怎么讲，叫土埋到脖子的演员，没有这老话。哎呦，这个切勺啊，人都说是土埋了半截，这土埋到半截。对喽，对、哎、你看他从那儿走到我这儿走上坡，你看。行了行了，别来这套了啊！土埋到桃了，啊！一定要录下来。完了！我的个天呀，我都不敢说这个。这个月我怎么会跟你一场表演呢？这个月的奖金又没了，命都快没了，还担心钱呢？不能不能，我师父听不到这句话的。哎呀，我，你试试，今天有录像的。这段掐了别播，掐了别播，他们会反复播。谁喊的张立民？我还都知道你本名呢。我本名都知道。哦，哎，票，谢谢这位奶奶。什么眼神能看出人是奶奶来啊？人人小辈儿大啊。这都是观众人对咱的爱戴，知道了解。嗯、是曾经啊，我师父给我们的起名，起的外号嘛。对了，来说那个有那个八马褂这个节目嘛。对，这都看了吗？张立鹏，对了，没看的回去恶补一下，就不一一点名了。注意你的态度啊。对，这倒无所谓啊。这个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我刚才说到墨的桃。不是这个。不就一个吗？就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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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人家。闭嘴！好好的啊，那是永远活，永远在我心目当中，好家伙，不得的人物。整理一下你的思绪。真的，我能站在这个舞台上，首先来说就得感谢我的师父。对，当然还有后台的全体师娘，不是、那个。就是全体演员，哎，这些同志。对了，这能才能有我这个机会嘛？哎，是是，对，我也不年轻了，今年呢已经三十二岁了，所以说像今年三十三岁了，那么作为三十，好好说，你给我站起来，八十三，哟，差一岁就到坎上了。七十三八四是吗？啊，我有那么老吗？你看我八五年的，
还真奇迹。还1885年，就别人迁坟的时候把我忘外面了。我回去了。你先回来。像话吗？这个是啊，像话？谁像话吗？别生气，别生气，干嘛呀？皮肤这么嫩，身材这么苗条，你我是拦不住你了，是吗？啊，你好好的，你别生气，干嘛呢？咱今天演那我说85年，武汉的父老乡亲了，能相信？您信我说句话。1985年，一九八五年，对，真的，他确实是1985年。对了，因为我办的事儿我知道，哎，你知道吧？当年他在这，不行。不行，都天打雷劈，到时候。我发现我刚才好用力，我说哇，你根本就没有脖子。谁没脖子呀？命运都无法遏制住你的喉咙，你就是一个恶命运，你这是。我老话怎么说？俩肩膀扛一脑袋，就是你没有脖子。那你是俩肩膀扛一猪脚啊？这看这修长的，这是什么？谁说的颈纹？还有颈纹这词儿呢？我天哪，张景文老师，哎，你成景字的了，西河门的，好笑吗？还行，无聊，啊，是吗？你别生气，真的别。这是咱们优越的条件。哦，景文还优越。有脖子，老话怎么说呀？什么呀？再好的马走不了千里，那也是骡子；再漂亮的箱子装不了东西，也是破纸壳子。相声说的再好，你也是没有脖子。这都挨着吗？这个老话没听见说过的。我姥姥说过很多话。你姥姥净说笑话呢？是我呀，不爱跟你较这个劲了。这不是较不较劲呢，对不对？无所谓了，年龄上无所谓，他又看不上了。对，我其实你们爱信不信，我没带身份证，我刚才身份证在后台，我就不拿了。就是确实身份证你们也看，别看别看，万一看真是迁坟忘了怎么办？下回我上台的时候，我这弄一二维码，你知道吧？我把我胸毛做成二维码，知道吗？你还是没洗过澡啊？那胸毛弄成二维码都敢粘了，这个我这二维码一扫就知道我的生平都写这儿的，你知道吗？好，我以为一扫就知道多少细菌呢，那是。哎，都让你们知道85年。你去吧，你就把那位大哥，咱晚上澡堂子见，好不好？你问什么几点呢？你个挺大个姑娘，几点？这武汉的朋友太热情了，俩老爷们聊洗澡，女的问几点？怎么的你？你是搓澡的你？没听说过，少来这套，像话吗？是的啊，哎呦，羞羞！说谁呢？这是说他呀？哈啊！行了，行了。累了，什么退票多少钱来退给你来？2000，退不起，对不起，好好。这说到钱就对了，我们只是因为那票价上只写着280，你知道吗？我们只给你演280的相声。好，你那么有钱，你单点我不好吗？何必来这儿呢？这么多人。好呀，我不知道我客户这么多，我的天！我就算了，我不接私活啊。我一直就没觉得今天是说相声。今天泡澡来了，好像是一个洗浴的团建节目。算了，我已经很久不去那儿了。我都自己在家搓，洗白白，擦香香。我爱洗澡，皮肤好好。水晶皂那保湿润肤。哇哇哇哇！锁住水分逃不掉，水灵灵亮晶晶，清爽爽滑溜溜，保湿的皮肤真真好。我用你，这说相声有捧哏的，你唱歌就得有伴奏嘛。不用你，哪儿都有你。那怎么了？这你要不在旁边啊，加缸添炫。不至于这样，加缸添炫，添彩儿给你。哎呀，郎老师就这么幽默，我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跟他在一块搭档的。十多年了。对了，十多年，我俩上台就是前10分钟的词儿，永远都不知道说什么。后边40分钟就是我说我的，他说他的。对，就是郎言。郎言刚才呢，观众是了解他的，知道郎鹤炎啊，外号叫大黄。对，对不对？乳名叫扫火，是吧？扫火。你先等会儿。扫火，
扫虎。对，哦，武汉话扫虎。扫虎。他的名叫什么？扫虎。哦，对了，不是怎么，干嘛都骂我？这是不是？这说明就是憨憨，可爱，快聪明、啊，叫什么扫虎？对，扫扫地的扫，勺子的勺。嗯，对对对，你就记住他吧，就是那货。那、啊、你就是大扫货。我讲那个汉语吧，咱就说这个语言的问题。就您还讲汉语呢？对了，因为我们都在研究这个语言。哦，语言就相声演员嘛，都在研究什么叫汉语、哦，汉语博大精深。哦，现在来说已经不研究汉语了。又不研究了？对了，四秒前还研究一下呢。你就光是这个汉语，大伙都知道了。那您对不对？你说武汉话刚才讲了，扫五货，对不对？啊，都知道吧？那您研究什么呀？北京话呀，这北京话这。你是让洗脚水烫着了，是怎么的？就是北京没整句儿的说话。北京话哟，这天太热了，这怎么茬这个有这个吗？你是吃了热干面没咽下去是吗？有这个啊，这舌头别这么大。哎，这个东北话，你这东北话，你闯呀、啊？嗯，对，看人家东北话就我瞅你咋的呀？你看，这是东北朋友，一般能接第三句的都是东北朋友。我不知道东北朋友来了啊，嗯，要知道东北朋友来了，嗯，你得磕一个。干什么呀？这是我们的私人恩怨，你知道吗？你跟谁私人恩怨呢？大哥，一会儿你扫我这个二维码。好家伙！我会记住你的，第六排的胖子。刚才第六排胖子还在这边呢，他串台，那个跑到串牌了，串牌了。哦，串牌了，串到那个牌了，还能串牌呢？对。哪有词儿呢？没有词儿，对吧？咱聊的是语言嘛、啊。哎，现在来说吧，是不想聊聊那个汉语了，因为汉语啊，在座的大伙啊都比我了解哦，对不对？最近研究的是外语。外语，刚才你不说英语，你也不哎，对了，英语大伙都知道，因为现在来说小孩都会英语，打小就学呀、啊。哎，对对对，首先来掌握这22个字母，嗯，然后这一步几个几个，二十几个，二十多，二十多是二十几，对，二十八。人告你28就28呀，不到30。这搞对象来了，问年龄，26个。对，26个，你看我这字母都摆出来了，你看还摆出来了，这是26个吧 ？A B C D E F G 嘛，东北都 A B 那个 C D 呀 ，E F G 呀 ，H I J A K I U M N 呐 ，O P Q 啊 ，S T U V W S Y Z 呀 ，X Y Z 呀，亮相来，亮相。你们这英语老师唱二人转的，那个东北的都得会点啊，毕业照都亮相。哎，你看你英语嘛，啊，英语来说呀，就是研究的少了。英语又不研究了。你会英语是吗？我会啊。我不研究英语。嗯，那你研究什么呀？日语啊。日语。对啊。哦。日语，对吗？那个50元音，知道吗？如何看？对吧？啊、哦，那个50元音，我记得那个干嘛你要？要下蛋呢？50元音配上节奏在这儿。配什么节奏？那个阿姨哭开口，陕西蔬菜粥，妈咪母买猫是陕西蔬菜粥那个。你等会儿。阿姨乌盖乌，你这开口开口，你这不是天津快板吗？跟天津快板有什么关系啊？你再来一遍，我给你贴着板来。阿姨喂哦，哎，他开口开口哦，啊西是在走是妈咪母买猫，嘿，当当啦滴当，当当当啦滴当，当啦当啦当哩当哩当哩当，这不就天津快板吗？这不是？他跟天津确实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啊？日语跟天津有关系，日本日语那个 sword snake 啊，怎么了？天津话 sword smart。
他就是学咱天津话。您这不瞎来吗？这就是学咱们。好好好，咱们这才是母语。哦，这都是正根啊。这说的是那说的是嘛？你这好嘛，正根儿啊！你这对，这都学咱们的。嗯嗯。那一个天津话，现在那个这个日语来说，你懂一点是吗？我也略知一二。嗯。哦。那、我日语咱不聊了，我怎么我知道什么他不聊什么？韩语你会吗？我不会。哎呦，聊聊韩语吧。您这人，您这找我短板呢？聊聊韩语吧。啊，韩语来说啊，最近我这十年都在研究这个。真的？嗯，十年您不研究相声吗？哎呀，全没有点业余爱好啊。业余不烤串吗？那是另外一个兼职。哦，您还有别的？什么保安搓澡，我就，您这一专多能啊！您还琢磨琢磨韩，这什么意思？这他们气着我了，哦，气着了，您就肚下垂了。什么叫肚下垂呀、啊？肚子下垂了，裤子才往上蹬蹬的嘛。并不是啊，知道吗？最近研究的是韩语，研究韩语了。哎，对了，哦、而且去韩国拍综艺，现在马上去。你等会儿，你冷静冷静吧。啊，咱们国内拍综艺都不找你，你上国外去。你要脸不要啊？你这窦骁社没看吗？还提这个呢，就是一惨嘛，就是。就因为这个才去那儿的录综艺呢。啊，因为惨还是点了。惨人设呀。人家看着你这个，哎，哦，所以我跟你说，你看我要去，因为我一个人不行，到那儿的也得有搭档。不，这也需要搭档。对呀、啊，哎，你要是。可以的话啊，稍微的运作运作。我可以啊，我可以啊，你带我去吧，窦骁社都没人带我。没问题啊，啊，韩语来说你多少都懂一点。我不会。其实我觉得韩语很容易的，我一教你就会。国外语言。对，我一教你就会。真的假的？哎，很容易理解的。那我谢谢你了。这么着吧，我给咱演一个小片段啊，有一对那么父子爷俩对话。哦，这小片段。哎，对了，韩语。哦。你讲，比方说啊，这个韩语就那个。还有那个，我那个就父子爷俩嘛啊，是他儿子看见他爸爸啊，怎么着？啊，爸，你先等会儿，咱们冷静一下，冷静冷静，这不对呀啊！儿子叫爸，应该怎么是欧巴？欧巴不是哥哥的意思吗？你不说你不懂韩语吗？你个大骗子！不是，我就看过韩剧，不经常有女的叫你说那是欧巴撒浪嘿。哦，你撒浪嘿，你还会什么？你都说了，不会了，就这么点皮毛。我就看你说那是欧巴，对呀、啊，欧巴的哥哥。啊、我说这阿爸，哦，这跟那还是不一样。对，阿爸，阿爸，对，哦，叫他爸，这孩子叫父亲了。哎，他爸，呜、哦，哎，哎，我希望他惨不那么等我。嗯，啊，是对的，是个大西哥，啊，叫你干，啊，是太可了，啤酒最小，喝的不叫，啊，就搁了一点，这个大西哥，哎，懂了，哎，什么，这不是英语吗？不是。孩子，他孩子，孩子不孩子，哎 ，don't know， 小孩学英语不正常吗？人说的是英语 ，I don't know， 怎么了？哦，就是英语。对，哦、I don't know， 知道吗？啊，耶，搁这洗了，那惨白的漂白洗，被层层这都洗完了，洗吧，不是洗个，听清了没有？呀呀呀！我天，太厉害了！这个，你看，不是你这十年没白琢磨啊！哎呦喂，臭弟弟，不是你这太厉害了！我这刚才大伙儿也笑，我估计他们也听懂了，但是我是一点都没听懂。这你看你要懂，你不也会韩语了吗？不是，那我不懂，我怎么跟你去那个综艺去？这我教你啊！啊，我教你啊！行，父子爷俩对话啊！行，你一句一句教我。就是那头一句叫啥？爸、啊，这句我知道，就是叫父亲爸爸吗？对，他儿子，他叫他爸，他爸说，哦，嗯，这突然间啊，这什么呀？怎么了？突然就是发现目标了，为什么他惨不这么的我？什么意思？为什么他惨不这么的火？不是我，你慢点。
为什么惨不什么一坨？你慢点儿，没让你动作慢。再慢点啊、嗯！再慢点就听出来了。对，您这怎么还留一手啊？我就你不慢点，我不听出来，怎么跟你眼睛呀？哦、就是我那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那餐布上面一滩黄？为什么餐布上面一滩黄？哎，这啥的是呢？就是这，就是这意思。为什么这餐布上面一滩黄啊？早上起来，俩人发现餐布，桌子上有餐布。一滩黄，他儿子懵了，残布，什么什么？他儿子吓坏了 啊！发现残布，他没想到他爸爸发现目标了。哦，啊，西突勒，哎，这骂街呢，这不像话。什么骂街啊？阿西突勒，阿西突勒，什么意思？这就是阿西呀、啊，是个人啊，阿西吐了。哦，这问他儿子，这个是不是阿西吐的？对。阿西吐了，对，阿西吐了。哦，他儿子说 ，I don't know。啊啊，这句我明白了，英语嘛，我不知道。对，喝的啤酒，什么？喝的啤酒，什么？喝的啤酒，喝的啤酒。你这句像青岛话呀？怎么青岛话呀？喝啤酒，吃那个海鲜，喝的啤酒。都是他学咱们的哦，都是他们都是舶来品。对，他们学咱们的啊。你看，喝的啤酒，喝的啤酒啊。他说，就格里迪，就这句他们乐了。你说的什么呀？就格里迪，就喝了一点儿，可以吧？哦，我别的没明白，我就这个我明白。格里迪，就格里迪，格里迪。啊，是泰克啤酒最小。哎呦，我的天哪，这当爹的还没醒酒呢，可能是。这您这句什么？阿西他一喝啤酒最小，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我说的这么浑乎，你都能听出来啊？说的是嘛呀？这是阿西他一喝啤酒醉小啊！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谁跟阿西喝？谁跟阿西喝的？这句就像东北话了。叫你干什么？叫你干，叫你干。啊，他说就一个啊，这明白了，就我一个呀。对，赶紧吸了。哟，这句太恶心了。什么？你让他赶紧吸了，你就我就，你疯了吧？人说赶紧洗喽，餐布那餐布赶紧洗喽，你是不是饿了你啊？赶紧吸了，赶紧洗了，赶紧吸了。赶紧洗洗洗吧，不能睡觉。洗完了不能睡觉。洗不完不能睡觉。那前面你中间还有一大堆什么残这赶紧洗了，洗吧不能睡觉。那残把的漂白洗，被蹭蹭就洗了。餐布拿漂白液洗，别蹭蹭就当它。被冲冲就洗完了。残把的漂白洗，被冲冲就洗完了。你别激动，你别激动。我跟您是看不见啊，我就看这侧面灯光一照，好家伙，我以为我给一花洒捧哏呢，我。不是他这他韩国人说话就是这样，哦，韩国说话就得唾沫横飞啊，唰唰啦唰啦的啊。行，好。他们说话都是这样的。这花洒还在调节的。对，我一个人啊，你可能不太了解。哎，对，有点这个。这样的，咱俩一表演你就会了。把我融入这个剧情。对，咱俩融入一下。那太好了，好了。好，我给你个便宜。怎么样？你呢，来我儿子。行，好吧。给我便宜，我是你儿子。我那大段台词你会吗？嗯，不会，还是的呀。你那简单，你这台词刚才你不记住了吗？哎，差不多，对不对？啊，一来就行了。咱俩表演一下。那怎么来呀？表演一下，叫起床来。哦，到这儿，他们这个桌子就在这儿。哦，你到那边来，我在那边。就睡醒了。彼此的卧室，各从各屋。对的，你已经不跟爸爸一块睡了。嗯，是。嗯，对不对？因为去你已经长大了。走，长大了，你自个儿睡，我得跟你妈妈。嗯，好，一边玩去吧你。从头开始去了。哎。从彼此的卧室出来。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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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叫什么话？你不是说从屋里出来睡醒了吗？我这开门关门，然后打个哈欠，自己设计的戏呀，自己。你别那么多戏，你出来就完了呗。这是简单话，简单话，没有那么复杂。这不得有个流程吗？我还得看你提裤子呀，还得怎么着啊？提裤子系鞋带啊？你那孩子一步就到位了。对了，你赶紧来，一步到位啊！别那么多废话。嗯。一个字儿绝。哎呀，怎么又绝了？你诈尸了？诈尸不得这样？你别那样了，你就正常走出来。啊，正常走出来就行了。哇，哦不，咋呀？我削你！咋的了又？什么叫咋的了？我叫阿爸，你干啥呀？哦，对对，忘了，我以为咱俩平常聊天呢。来来来，谁平常跟你这么聊啊？谁呀、啊？我就因为咱俩平常见面聊天。不是你不能这样啊！这是演的是这样，哪儿的干啥呀？这是。阿爸，梦，干！我媳妇的惨不送你登火。残不？你是弱智吗？你干嘛呢？还吃手？你都多大了？不是，我不是，哎，我昨儿是不是喝酒了？喝酒了，喝酒了刚醒，然后你猛一盯的问，我不知道，我得思索呀。我现在就是残不这俩字儿，让我脑子飞速旋转，怎么回事？我好应对一下。残不？你就惊讶是害怕，而不是说吃手。残不？你们也就不表现得聪明一点，好吧？啊，明白了，就要把骨子里的东西带出来。哎，哦，爸，不，干！我媳妇的惨不惨不疼不？惨不？你好贱呐！那种谄媚，惨不？不是，我是发现，哎呀，这东西有问题了，然后赶紧掩盖一下，用我的笑容掩盖一下。你这会儿惹祸了，害怕了，你笑什么呀？不能笑，不是笑吗？不能笑，知道吗？就是那个，哎呀，你懵了，懵，知道吧？懵啊！再来一回啊，最后一回啊。哦，欧巴，不。我什么的惨不惨没动过？要不你舔舔吧？你干嘛呀？这不是懵了吗？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我这乐呀，是哭呀，是惊讶呀，还是我就懵？惨不就完了？哦，知道吗？从这开始，我这给你添点词儿。我什么的惨，我用你。我什么的惨不惨没动过？残不？就这样吧。啊西，啊西得了。I don't know。喝的啤酒。嗯？喝的啤酒？你应该说酒喝了一点。忘了，忘了。还在想，我媳妇的惨不惨没头火？酒喝的哦，不是这词，不是这句，我抽死你！你语言艺术造诣都没有，你真别说这个，哎呀，这综艺太难了，这是。我媳妇的惨不惨没头火？惨不？你别乐了，我求你了啊！我没乐，你别乐，你他你不要乐了，真的听相声别乐。我说话呢，喝的啤酒，哎，不是这句。你别乐了，差不多得了。这句人家没乐啊，别着急，重新开始。哎，头晕啊，
刚睁醒，刚睁眼，救我，救我！啊，贺伦，不是，好好叫，好好来，好好来啊！妹妹啊，阿爸，哦，这儿，我媳妇的惨不惨没头？惨不？啊，是多了？哎，东东，喝的啤酒，酒个来的？啊，西太喝啤酒最小，谁给他喝？就你干。就一个，给你洗了，那惨白的漂白血比虫草就是小了，洗白不能洗掉，听清了没有？呀呀呀！啊，得了嘛，这个俺不能说，啊，洗掉了我洗，不洗不洗了我的洗，头疼俺不洗，俺那不洗了是不的。阿爸，去你的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相声《偷斧子》，表演者赵云霞、高九成，掌声有请。哎呦呵，谢谢吧，是吧？离这么远还能看清我的脸呢，哈。哎，哎呀。谢谢大伙儿吧，这回啊我们哥俩给您说段相声，说相声啊这俩人说书唱戏全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正确，你瞧大伙儿跟他合作一个定场诗，还就这样，您看这定场诗啊，听着简单，说好了可就难了，这东西你得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的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是枉费，舌尖他这是又来一段啊，真是这样的，这东西定场诗这个就是过去来说老先生都得手把手的教，手把秧苗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这位有点打了鸡血的意思，上了劲儿了，这是咱就说相声，相声就是给您各位带来欢乐，您一高兴我们就开心，您要不开心了我们就伤心，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斯人不堪言，要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鞋轻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入钩也难圆，在这儿呢，您还是用这个吧，太下本了，您这一巴掌得把假牙抽掉了，你这一上来是有很多观众喜欢你，这人喊我名字了，那你也得容我说一句话吧，叫我我就要说两句，你说两句你给我多么的尴尬，你拍一下子啊，这叫什么呀，这大伙认识，这叫醒目，醒目，对，醒目跟可乐是有区别的，没人哪个醒目啊，啊你一拍这个就得念定场诗，是这规矩先生没有教给你吗，哟，这一点我倒疏忽了，东西不能乱动，不能乱摸，都有它的用处哦，来到这儿演出见到这么多的好朋友，非常的高兴开心，名气没有，艺术没有哦，颜值没有，
卖把子力气棒，真诚还是有的啊。确实是这么句话啊。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基本功，以说为主，以唱当先。哎，本门的是太平歌词啊，剩下都归学，别都学，唱小曲小调，唱歌唱戏啊。拿我来讲，后台师兄弟们年纪比较长的，我算是一位。哦，您比他们岁数都大。我是看着我师父长起来的。您瞧，你你们俩谁大呀？啊，差不了太多。差多了。在演唱的歌曲的时候，喜欢唱一些老一点的。多老的呀？比方说二几年的歌曲，你姥姥都没赶上啊。你姥姥赶上了。哎，但是我会唱。您说那二几年是2020几年还是大上海二几年？有这么一位金嗓子，谁？周璇。哟，那可是老人了。天涯歌女，老上海的感觉。对，天涯呀，海哀叫，咪呀咪，一只一。小妹妹似仙，郎似真，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分。他是得咳嗽，我瞧出来了，这是一个自残的演员。这是下次不抽嘴巴，您就敲胸脯了。下次朋友们，如果再赶上我唱这首歌曲啊，一定要早鼓掌。为什么？相声讲究包袱啊，您不鼓掌我就没有办法听，很容易就死到台上了。哦，一首好的歌曲，作词作曲演员唱出来是缺一不可的。哎，啊，它内涵，爱情的、亲情的、友情的，分很多种。关于大自然的，我震姐有这么一首歌曲。你先等会儿，谁？田震。田震，你叫震姐呀？哎，我看着我师傅长起来的。你别提这个了。震姐唱了一首歌曲叫《月牙泉》，这也是老歌。甘肃东皇八景之一哦，唐僧西天取经，按现在话来讲，小鲜肉一枚啊。他呀，咱们看那个电视剧编的，又有猪啊，又有这个猴。你先不要说了，这说猪就往我这摸呀。你这边也没有，你代替一下吧。就我就是都没有。真正的唐僧骑了一匹白马，到那儿就干死在那儿了。死了，打沙漠，现在有白马寺为了祭奠他。唐僧马上也要渴死了，怎么办呢？这观音在天上了，看见了玉净瓶里滴下一滴泉水来，圣水画这么一个月牙泉，长是200米，宽是25米，水深5米。您还测量过？常年风沙不断，泉眼不变。老有水，多么的神奇。一直到了80几年成了旅游胜地了，大伙都去，水干了。那怎么水还干了呢？多么的讽刺，破坏自然环境，还真是的。他根据这个呢写了一个月牙泉，为大家演唱一下。这个是没有什么包裹的。可怜我一把年纪，在我演唱的时候，只要出现月牙泉三个字的时候，大家稍微掌声鼓励一下。老忘不了这掌声。就在天的那边，很远很远，有美丽的月牙泉。真灵啊！它是天的镜子，沙漠的眼，星星沐浴的乐园。
自从那天月牙泉边走过，从此以后魂绕梦牵。也许你们不懂那份眷恋，除非也到泉边看看，看啊看啊月牙泉，想啊念呀月牙泉。真好啊，月牙泉一首，我说观众配合的真好啊，一首老的歌曲、我娜姐也有一首歌曲，对，娜姐又是李娜，李娜，哎，唱的什么呀？女人是老虎。哦，这歌我小的时候也常听，诙谐幽默，好玩。出自哪儿啊？这不知道。一个典故，《子不语》里，杀迷死老虎。哦，五台山有个老和尚收留了一个小孩啊，三岁收留小孩不让下山。哦，山下的环境太差了，人都没有接触过。哎呦，到了18岁，带他看看这个世界，带他下山看看，什么都不知道。哦，徒儿猪是这个样子的。谁？就跟他说长得什么样子，那你不一定非得摸我。哦，马是这个样子，哦，牛是这个样子，介绍。哦，正说着呢，对面来了一个少女，女的，17、18岁。哦，小和尚从来没见过女人，连猪马都没见过。哎呀，那个眼睛唰就直了。徒儿，这是老虎啊，给你吃了。哦，小和尚吓坏了。嗯，不看了。这是不看吗？这个晚上回家。老和尚问一问呢，啊，这徒儿啊，猪长得什么样子？不知道，没记住。马，不知道，也忘了。你就记住什么了？哟，我就记住那老虎了，就记住那女的了。要不咱爷俩养只老虎吧？哎，这嗨，哎，子不语，杀迷死老虎。哦，从这儿来的这首歌。娜姐根据这个写的。哦，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有交代，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到了千万要躲开。走过了一村又一寨，小和尚暗自猜，为什么老虎的不吃人，模样还挺可爱。啊，老和尚悄悄告徒弟，这样的老虎最呀最厉害。小和尚吓得赶紧跑，师傅呀呀呀呀呀，坏坏坏！老虎一闯进我的心里来，心里来。你别瞧这人个儿不高，嗓门挺大，诙谐幽默啊，这都是会学唱。哦，真正的本门唱是太平歌词。对了，大家要感受一下吗？哦，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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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说话了吗？那朱王公打马下山来，瞧见了骷髅倒在了城崖。庄子修一剑发了恻隐，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葫芦里到处仙丹一粒，那半那边儿红来半边儿啊白，红丸儿指的是男儿汉，那薄腰里儿专指着女啊裙那钗，用金簪那敲牙关那灌下了药，那骷髅骨得命他站起身来，伸手拉住了高头马，尊了声先生听个命啊白，怎不见金鞍玉搀我那逍遥马，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鹰啊海，这些东西我全都不要，那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庄子修闻听长叹气，那小人得命他又要死财，我一言唱不尽这骷髅叹呐，我是愿诸位呀，阖家欢乐是无病无啊灾。嘿，真有味儿，
学一点点的皮毛。您客气了。太平歌词，哎，啊，骷髅炭是教我们行善，教人小好，啊，教人做一个孝顺的人。对，啊，你作为一个人来讲啊，你首先你得孝顺父母。这话太对了，你连自己的父母你都不孝顺，谁跟你交朋友呢？是是是，你连自己的父母你都不孝顺，你寸步难行。哦，你连自己的父母你都不孝顺，我给你撅舌了，你信不信？你叫我干嘛？废话，你这说谁呢？你连自己父母都不孝顺，谁呀？说孝顺吗？我孝，你去后台，去后台扫听扫听去。我最孝顺了。你最孝顺。对了，你当着这么多的好朋友，你跟我瞪眼，你孝顺？我当着各位跟你瞪眼，我就不孝顺啊？你谁呀，啊，你合着你是我爸爸？你这么客气就没有必要，你去溜达溜达去，啊，你对吗？哪儿哪儿就占便宜了。过去有的朋友们父母在世的时候不孝，有这样的，对打对骂，啪啪啪咔咔咔，啊，那太混了，赶到死了玩命的花钱，这是干嘛呀？你花再多的钱，嗯，死人连知道都不知道。那倒是，你说你知道吗？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钱就等于白花了。要把我说死了。那不着急不着急。谁呀谁呀，过去还有的朋友们父母去世啊，嗯，找和尚念经。哎，那过去就是实行这个。但是一定要找那真和尚。和尚还有假的吗？过去和尚老道这块没有人管。哦，穿上僧衣道袍啊，这就和尚老道了。也分不出真假。梦吃梦喝。哦，别说这些个人了，嗯，使的那些个法器。法器声管笛箫。哦，那乐器。跳那个铜镲，哦，啊，打那个九阴锣，哦，三排一个架子，当当横棍坠这么一个小铜锣，哦，一吹打起来那都是在吃饭，这个跟吃饭有关系。你听着啊，哪个？那个挠脖敲起来，唰唰唰唰唰，明掐的明掐，今儿吃你明吃他，明天咱们吃谁家？唰唰唰唰，我吃完这顿还想着下顿呢。这我骗到明天怎么办？就为了饭辙，那个管子一吹起来，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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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阴罗说话了，说什么？吃馒头，吃馒头，嗯，吃馒头。饿了吃馒头，当当不干了。他凉了，哦，凉了，凉了，凉了。哦，大鼓出主意，是，腾腾，腾腾啊！梦吃梦喝啊！说过去有和尚念经，现在有没有啊？有吗？远的不说，我们后台大家哪听哪了，千万别问。嗯，后台。于谦他爸爸就是和尚，您这胡说八道了啊！嗯，于谦于老师，嗯，他爸爸怎么可能是和尚呢？他是和尚，那于老师从哪来的？你这跟我瞪眼，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不是你这人怎么那么损呢？你这什么事儿都往你身上揽。他爸爸不是正经和尚，花和尚，跳墙和尚。哦，你是跳墙，那是小的时候十二岁脑袋后没小干，身体不好吗？哦，早产吗？哎，早产啊，怀孕三天就生下来了。对，所以说这个身体不成。您那连流产都不算啊，反正就是不够月份。您说七个来月那是？哎，跟这个寺院跟老和尚一块学习念经，大了你想谁愿意出家当和尚啊？过去就那样，耐不住寂寞。嗯，啊，后来就还俗了。嗯，除了卖葱卖蒜卖米卖面，做小买卖，做小买卖。谁家有红白喜事还给人念经去，这算兼职了。因为他出来很多很多年了，啊，那个经文忘得差不多了，那个味道还在。哦，不知什么词儿知道味儿，念起来也好听极了。这您会啊？道长成就镇济疆场，摘住千城上香舍拜，爱下海中举扬声号，苦海滔滔孽自招，为人不行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世上走一遭，远看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八月中秋雁南飞，一声吼叫一声悲，大雁道有回来日，死去的亡魂来不回归，是这味儿。众群僧把法鼓敲，
小母鱼儿打金鳌，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呐、啊！哎哎哎！哎，念好好，你打我干嘛？多新鲜！您这是念经，这不黄梅戏吗？没说他爸爸出来这些年了吗？哦、那个经文忘的差不多了啊，拿这个黄梅戏往上套。嗨、哎，这不骗人吗？哎，别瞧他爸爸管事就大帽，还是个头啊，所有人都听他的。嗯，首先穿的服装就不一样，他穿什么呀？单独大红的袈裟。袈裟啊啊，红的那带格格的、哎，一块一块一块砖那个，哎、带一身砖的像话。哎，袈裟，嗯，没有怎么办呢？嗯，在家里找一床红色的被窝面，红被窝面，啪一系袈裟，拿这当袈裟，头戴五佛冠，五佛冠是唐僧戴那个帽子，迎面有五个小佛爷。哦，那见过啊啊，那有吗？没有。那怎么办？甭管谁过生日，生日帽留下来，啪一戴。不是，那不一样啊！那生日帽那是那样的。再买一副新的扑克牌。嗯啊，勾搭的可以挑出来，啪啪啪啪。哦，五佛冠。好，这位顺金活佛这是。啊，哎，蒙吃蒙喝。哦，最气人、最要命的还偷东西。蒙吃蒙喝不算，还偷东西。逮什么偷什么。是啊啊，那天正做着小买卖呢，接电话，喂，你好，大兴庞各庄56号。老高家，行，我们去过，倒去过他们家。他们家今天停！大兴庞各庄是北京的吗？对呀、啊，56号、啊，这不我们家吗？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先再等会儿，不好意思。带什么？他还去过，我们家老死人是怎么着？说错了，说错了啊！喂，你好啊，大兴庞各庄55号旁边啊，可以可以，还是我们家呀？你这个人有点讨厌了。谁讨厌了？为了让各位听得明白一点，嗯，举个例子，打个比方，那就说你们家，那不合适的啊，我们家人不高兴，我们家人也不高兴啊。话又说来，开个玩笑，我嘴开关了吗？我有那么灵吗？那倒不一定。说是谁死谁就死吗？不一定。你对不对呀？那要真这么灵，你们家早就死光了，你对不对啊？啊，我们家跟他多大仇啊？这是。哎，你好，行行行，我们去，好好好。谈好了价钱啊，然后呢，开始传人吧。哎，得找一堂人。找来找去少一个人，人手不够。那不行啊，缺一个还不行啊。一个萝卜一坑啊，那怎么办？哎，一看于谦在家了，于老师。你今儿有事儿吗？干嘛？我烫完头就没事了。哎，打小就烫头啊！你今儿不要烫头了。哦，跟我走。嗯，干什么去？嗯，念经去。念经去。于谦一听都吓疯了。啊、哦？干嘛？念经去？嗯，我会吗？哦，他不会。他爸爸一听，你说什么？嗯，你会吗？嗯。我会吗？俩人都不会呀、啊。你跟我一块哼哼不就完了吗？哦，那也不行啊。啊，没听说和尚带着儿子一块念经的。对了，我这一脑袋还菊花啊。这个人能烫的头。你说你外边你别管我叫爸爸呀。那叫什么呀？你管我叫师父，我管你叫徒弟。这什么辈儿啊？你这什么事儿？你说。要不他后台老管我叫师傅，不好意思的啊。我这又成你儿子了。那天真就去了，嗯，吹吹打打很热闹，该他爸爸上了，红被窝面勾嘎的 K， 那五佛冠，念几句梵文。哦哦，姐们呢？姐们呢？姐们呢？什么词儿？头一天来到了鬼呀嘛鬼门关，鬼呀嘛鬼门关，死去的那个亡魂呐、啊，泪呀泪连连呐、啊，泪呀泪连连呐、啊，我佛爱爱如来爱爱，妈咪妈咪妈咪哄哎哎哎哎。哦，这去了就怎这么给人念不挺好？哎，这不挺好吗？嗯，一睁眼啊，瞧见了。瞧见什么了？本家门后头立着一把斧子，什么斧子？不是普通那个小斧头，嗯，东北山区劈劈着那个大板斧，大个的斧子头60多斤，嚯，斧子把一米多，好嘛，这好，这得偷走，
要偷这个。你说怎么跟于谦说这个事情？那怎么跟他说？那就跟他说，谦儿，去把那斧子偷走，拿家去。你欠抽的样子，你看看。什么叫欠抽的样子呀？你这样一说，于谦是听到了。对呀、啊，同时本家也听到了。直接打死病骨。哎，人家愿不愿意呀、啊？念着经告诉他，念经说，他们也有这个小木头，行不？和尚老道叫镇坛。哦，到他那个假和尚手里，这就是一个暗号。干嘛使？啪一拍、所有带来的人，注意注意，领导发话，指明让我们偷东西的，清醒点，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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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这个就是暗号。教徒弟，我叫于谦的。门后头有把斧子，临走拿着。门后头有把斧子，临走拿着。于谦一听，我爸爸眼神太好了，在哪儿啊？我看找找，一看可吓坏了。哦，这么大个拿不了走，就是啊。跟他爸爸说吧，嗯，也得念着经啊。他怎么说？小小木鱼，当当当，叫师傅，叫他爸爸。这斧子头沉杆长不得拿，头沉杆长不得拿。爸爸一听，这火腾就上来了，着急了。这个废物点心啊，嗯，你除了会烫头，你还会干什么呀？哎，还会抽烟喝酒呢。这点事儿就办不了。嗯，桌子是有机会灵啊，拿起给他出主意。哦，讨厌的家伙，啷啷啷啷啷啷，接着墙头扔出去，接着墙头扔出去。先鼻子都气歪了啊！这么大个，我能扔吗？啊，即便能扔，我也不扔。为什么？他背着他爸爸已经偷出一样东西去了。什么东西？本家新买的上下三层屉大蒸锅。哎呦，那可值钱了，往墙外头了。嗯，走的时候好拿着。嗯，这要把斧子扔出去，整砸到锅上。哟，锅可比斧子值钱啊！他爸爸让他偷，他确实不能偷。嗯，但是得把为什么不偷的道理告诉他爸爸。这一大套理由啊，这一句两句已然解决不了问题了。那怎么办？脑子聪明哦，瞧着小毛驴。当当当，姜师傅，你盯着那墙的外头有斧锅吗？扔了斧子咋地锅吗？锅比斧子直立多，那么依我看呢，不要斧子也要锅。他说上来了。下面请欣赏相声《我要当演员》，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啊，嗨，这二维码下回吧，下回我这掏一个洞。今天那个大褂刚买的，不舍得。我们不能脱，我们已经不止这个挣钱了。什么话这是？哎呀，行了行了行，别闹。哎哎哎，有点上来老这样啊，咱不提钱了，提钱性质就变了。哦，朋友，我觉得咱之间都是朋友的关系。嗯，观众跟演员不就是朋友的关系吗？是，对不对？我们在台上给您快乐，您给我们饭吃啊，就是这样的。大伙儿刚才也是，我们这一场来说就想让你们开心，让你们快乐。对呀，有的朋友对，好吧，好吧，好吧。啊。记上记上啊！哇，真是的，这么多年手法还是那么快。嗨，这不都嫂子也这么说。那个，这包袱不怎么样，下回别用了。老狼，哎，你是不是没挨过打呀？对呀、啊，我没挨过打呀。拉倒吧，你挨过，知道吗？我什么时候挨过？你妈当年打你没打掉。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你呀、啊、就应该给你打死，知道吗？打死我你就成孤儿了。我现在就想跟你打死。干嘛？郎鹤炎，郎老师，您老师，我现在你说我跟你聊天啊，哪一句我感觉都现在都在陷阱里边。残不
洗头嘞。你累不累啊你？还行，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好的捧哏演员，就是表演，真的，好多人啊都问我啊，说那个德云社里边逗哏的来说谁强谁强，我说不聊，我说捧哏的都问我，你说他问我，你说你是于老师强啊，还是孙越老师强啊？哎，对，问我这个，那问到这儿了，那于老师跟孙越老师他们俩谁最厉害？问我这个的问题的人啊，我当时就回了他一句：“你怎么回的？”我说：“这里边为什么没有郎鹤炎？”我天哪！这孙越和于于谦、孙越里边为什么没有郎鹤炎？那我再问你啊，重新问啊，于老师、孙越老师和我捧哏谁厉害？于谦。嗯、啊，是。那这里干嘛非得有我呢？因为我不想让孙越垫底。合着就我是垫底的呗？不是，我捧你，得哪儿捧？说哎，你仅次于老师、孙老师、阎永祥、周九良、那个杨九郎、那个王九龙、朱鹤松、高九成、我是个学员吧，老师。等等等等，我就想了解了解，等等等等是谁呀？别着急，老话说呀，你我不想听你这老话儿都，是不是？一哪有一口吃成一个小黑胖子的，对不对？嗯、都得是一点一点的努力哦，一点一点的发光，自己努力。真的，这捧哏演员们，这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句是好话还是坏话呀？不，我那意思就是十年饮冰难哎，对了，老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上几分钟，对不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是你对你都你来多少生多少年了？十多年了。来十多年了，为什么不红？为什么不火？你看看你不是你红吗？你看看我刚才说那些，刚我刚才说那些，哎，为什么人家杨九郎红了，对不对？为什么？对，你看为什么那个周九良红了？为什么阎鹤祥红了？为什么你还不红？为什么 你问半天，人家都说了，人家搭档红了，你呢？你还在跟这儿还二维码呢？你就你什么呀？我马上就要红了。你看大伙儿这敷衍了事的回答，啊！我不骗您各位，您各位可能还不知道。知道什么呀？因为啊，最近德云社来说的动作还是很多的。最近马上要拍一部电影，不知道您各位知道吗？8月14号应该在开，马上就开机了。不是，这我们知道，这知道吧？天津那边。哎，对了，因为选址呢？现在刚选址，然后不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里边德云社内部的需要演员啊，像我这种是德云社需要演员，跟你有什么关系？像我这种啊，像你是有实要实力有实力要颜值有实力的演员，我跟你说，你是要实力没实力，要颜值没实力。我演技我没实力。你演什么？你什么演技？你自己心里没个数吗？我演的电影你没看过吗？祖宗十九代。祖宗十九代。对，里边的四大名捕。你这个笑都足以让他尴尬一辈子。你看看吧，脚趾头都抠出三室一厅来了。祖宗十九代四大名捕有人名吗？是四是大是名是捕啊？是名捕甲。你看好不容易演个角色还是甲，人祖宗十九代人岳云鹏啊，不看岳云鹏人看个六啊，看你疯了。是我再客串一下，但是我在里面很出彩，咱就不提演，咱就不提这部剧了，还不提这个了。哎，别提了，林子大了，林子大了啊！咱们知道吗？那网剧，网剧。对了，郭麒麟演的那个。对对，你都说出来了，郭麒麟呢？人家不看郭麒麟，人看个六啊！看你，疯了。是。哎，第二部。能耐大了，哎，没有郭麒麟了啊，没有郭麒麟了。孟鹤堂主演的，对呀、啊，人家看孟鹤堂啊，不看孟鹤堂看个六啊，看你，疯了。是，来，对，第一部、第二部都，第三部有郭麒麟吗？有孟鹤堂吗？没有，有第三部吗？没有，没有，你说个六啊，看你啊。
你们是不是疯了？Thank you, thank you。哎呦，我的天哪！你就不会演戏？我不会演戏啊，我真的很会演戏的。但凡给我一个机会，我唰一下我就迅速蹿红。怎么了？你这是还唰一下迅速？有实力的演员，我真的是我会演戏。你听我跟你说，我不是跟你搬杠，也不是看不起你。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咱们现在拍戏要负责任。对啊，知道马上就拍的那个电影吗？啊，虽然我不是演员啊，但是我是演员的统筹。统筹是干啥的？统筹是颠勺的厨师。就这还会演戏呢？都不知道演员统筹。老大伯粗，你就是伙夫。三年前我就给你预言了。三年前就预言了？对。你怎么不预言一言？你的右的韧带折了呢？这个。那是意外。什么叫意外呀？我之所以这么说你是给你面子，咱们拍戏要严谨要负责，我是选拔演员的。您是那个戏选拔演员的？废话了。哎呦我的天哪，我没出汗。你早说一下，你看看这怎么这往哪儿擦呢？这是真的？这怎么这不是？我就跟你说，你该努力努力，好好说你相声，你别演戏了，你演不了。我怎么演不了？回头你票房咵嚓下去了。你给我一个机会，我演戏非常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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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怎么叫 beautiful？ 就是 good nice nice。 你要亲谁？nice。 行行行，我呀我真没给你开玩笑啊！说实在的，咱们合作十多年了，对不对？对啊。我这话说该放水就放水，你要是真能行咱就去。怎么着？您放心，我肯定行啊，我演技真是观众是认可的。不是，回来回来，怎么意思？我觉得我送他一个手绢，这是擦过狼和炎的汗的，你看上面。不要了不要了，上面都有大油。怎么说话呢？这是我那意思。我这紧着给你机会，你不要是不是？这个有你的芳香，有你的汗水。别闻了，这会儿还腻得慌呢啊！你要真这么说啊，我给你机会啊，是不是？别说当哥哥的不给。漂亮，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没事没事。哇，好黑呀！给你机会啊，咱们试一下戏，试戏好不好？你不是说你都行了？我记得我说试戏潜规则。对对。什么？不是二维码吗？这不是二维码是不是？谁给谁二维码呀？这是不要给，这是没有没有啊！你要演得好，咱们到时候再谈报酬劳务。二维码不要了，咱们先说一下，我给你设计场景，设计场景。好，你说设计场景啊，就是这个，在一个后半夜狭长的一个就夜深人静，兄弟你不行就换换中医好吧。我是西医刚看你哪儿的事儿？你从那一个炸猛子似的。对，你看，咱赶着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这个时候不需要 BGM 啊。BGM。这是干嘛呢 ？BGM。BGM。BGM 都是这个 ，club club 恰恰恰。要不说您是老戏骨啊。哎，这个样子我喜欢。一对不要脸。哎，在一个后半夜狭长的一个小胡同里，夜深人静的狭长，兄弟你先听我这边好了啊。后半夜狭长的小胡同里边有一个下班的妙龄少女，偶遇到了一个喝多了的醉汉。哦，就这么一个场景。然后呢？然后啊，你看相遇了这喝多了的这个洒洒酒疯，然后这个妙龄少女一看呢就特别的害怕，你要把这个感觉演出来，就演她那种恐惧。对，醉汉那种那个无赖的样子，彪悍的，那就无赖呀，耍酒疯。对对对，你行吗？你放心啊，我太行了，没有拿捏不了的。我就是奥斯卡欠我一个影帝。我觉得奥斯卡欠你一个扫地。我其实车票都不够，我下次可以爬着去，你可以啊。行，你要真说行，咱就在这儿来一回，好不好？来一回啊，咱就拿这个啊，就当是片场了。行啊，咱布置。我来这个醉汉是吗？看我那演技是吗？你来醉汉啊？哎，行，那你来醉汉，那我就跟你搭个戏，我来妙龄少女。没嘛，没问题。喝酒来说，我六队有名啊。啊，对对对，刚才这里边这捧哏的高九成，六队酒蒙子。对，是。
我说你怎么挑这醉汉这角了呢？王总喝酒有生活。对了，可以可以可以。老话怎么说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人指路，名人指路不如咱们喝酒不管不顾。嘿，真行，有生活有体会，喝酒那对走心了。那当然，那咱来一回，来一回，来一回，咱搬搬桌子。搬桌子把这胡同布置出来。哦，行行，这是胡同是吧？来来来，行，也不用太靠后。行啊，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啊，你醉汉，嗯，你从那边来，那边来，我从这边来。好好好啊。哟，干嘛去啊？干嘛去？喝点喝点的，走，聊聊天。啊？你是个醉汉。怎么跟打了鸡血似的？干嘛去呀？喝点酒，咱们聊聊天啊。就你男性，你阳刚的一面表现出来。我喝阳刚一些。我喝酒之后很俏皮的，喝完酒之后。我不要你俏皮，那你俏皮那妙龄少女怎么演呀？啊，就是演员得有冲突，对不对？哎，这韧带还没好。预备 ，Action！ 哟。美女，咱们喝点酒去怎么样啊？我不去。那不去就不去了。你是筷子卡嗓子了是怎么了？阳刚的男人，阳刚没有让你表演话剧。我只想踢你的屁股，你像发了霉的橙子。这耍宝他能耐着呢，你行不行啊，兄弟？生活化，生活，生活化，你喝醉了，这大老爷们很简单嘛。夏夏，对对对，我喝醉了，对对对，对不对呀、啊？就想起我一人撂倒七队，我想不想啊呀？就是的呀，你能喝那劲，就把那劲儿打出来是吧？对呀、啊。行了，再来吧。Action！ 啥意思、啊、啥意思？怎么意思啊？那些花随便挑挑。你要给我跪拜是吗？我给你跪拜什么呀？是不是看着 我都真的快给你跪了。贺伦，怎么、啊、你要演的什么？喝醉不等于喝睡呀、啊、你这都醉死过去了。我一人干倒他们一队，我躺会儿还不行、啊、兄弟，你要记住了，你是表演，不是让你喝醉，你明白吗？你这一下呱唧堆地上，那后边的戏怎么演？哦，冲突怎么演？哦，搞这感觉，对不对呀？喝醉了的感觉，你不能说这样。那你说，就喝醉了是喝醉了，表演是表演。来来，我知道了，喝醉了。慢了吧。Action！ 我给你介绍一老中医，扎着针去吧。干什么？干什么？您这都弹弦子了，您这是喝醉不颤着微？我这你喝醉没让你喝出后遗症来呀、啊？这是 啊，喝醉，酒个了一滴。酒个了一点，酒喝了啊，就喝了一点，酒喝了一点，而且不少。也少个，来来来，再来啊 ，Action！哎，你来，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啊？喝多了得吐吧？喝多了要吐？喝多了吐，人直接喝完了就吐了。你看见我什么意思啊？不是，我看什么不是？看着你就刺激，我模样刺激你吐的，那跟喝不喝没关系。不是你长成这样，你说你跟个桃罐子似的你。真的不是你太难了，兄弟，你要这样哥帮不了你了。我这你明白吗？不是，那我再跟你说一遍，表演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人的内心的独白。你看我跟你说，是因为你看我这状态，我实在是忘了，因为我真的好久不喝了。自从我有一年喝完酒之后啊，去岳云鹏家给他拜年去，我去跟他聊聊天，结果他那徒弟跪地咣咣给我磕头啊。
那时候我也喝点酒了，我就光光给他回磕呀，然后我就把我兜里的那个钱和手机里的钱都给转没了，从此之后我就忌酒了。所以我不管你，那之后我就再 我明白，就是你不喝了呗，我就不没有那感觉了呗，忘了。但是你得有表演的感觉，你明白吗？不是说我要演一个醉汉我就非得去喝，我就非得去吐，我表演能力强，让我演什么都能演，我演醉汉能演，让我演姑娘我能演，让我演大小子，让我演老太太我都能演，你明白这一点吗？那这样你来醉汉，我来这姑娘行不行？你这他就来姑娘了，你是看演技吗？对呀、演技啊，演技，我人家都说我风韵犹存呢。是您这油有空就别存了啊。行，你风韵犹存，那个妙龄少女看纤纤细指，纤纤细指，这都快跟凤爪似的了。行不行？行行，你来这个这小姑娘妙龄少女啊，我来这个喝醉的这个啊，好来。哎呦，怎么了？不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谈不上不起谈乎？怎么拿呀？啊，西图勒？不是哪个？你演妙龄少女了？我醉汉，你看着我吐了。我这就你乐最开心，我跟你说。好，我不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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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应该吐，对不对？你吐，你吐，对不对？我也不吐，我不是说演醉就得吐，咱俩得有冲突，后边你得有恐惧的那个。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呦，我的个乖乖 ！Action！ 以后少喝点。回来！家伙，这是我媳妇儿，你看没？几点了才回来？一天天活活不干，碗碗不刷，还不开，就说这喝点马尿回来耍酒疯，能过不能过离。这是你的馋不了瓢杯戏啊！我跟你说啊，你演的是妙龄少女，不是结了婚之后的，不是我媳妇，我还挺像。你不能这样，你这个温柔一点啊，温柔温柔一点好不好啊？我觉得这样挺行。你这是温柔吗？你这不是彪悍吗？这是因为两口子呢。Action！ 哎呦，真是的，怎么回事啊？我跟你很熟吗？你不是要温柔一点吗？你是谁？大郎，该喝药了。你不要再加戏了，你才是戏精呢！你这个，啊，你看你要温柔点，怎么就这一段两三分钟的小品，你拍成个连续剧啊？温柔一点也不行了，你这太温柔了，你明白吗？就你这记住，我是醉汉。那你给我个方向。我是醉汉，你哎呦，这还叫方向？你我应该怎么演？你啊，刚下班，黑胡同，月黑风高，不用这么夸张。妙龄少女遇见我这么一喝多了的醉汉，你首先你得是害怕呀。哦，对了，对不对？你就害怕，又怕。我这马上回家了，这怎么跟狭路相逢遇着这么一个呀？我还错不开。哦，害怕，对吧？我一看上你，哎，这小姑娘挺好看的，我那意思找你喝点酒吧，亲呗，我就往你跟前凑了。你凑，我一凑完了以后，我呢？你当我这跟你肯定得这拒绝呀。我说咱喝点酒去，你得拒绝呀。啊。对对，你一害怕你就拒绝，害怕拒绝，拒绝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哎呦哥，我这还得肯定往你身上凑，因为我喝多了嘛。啊，然后你就得挣扎。哦，害怕拒绝，哦，挣扎。对，挣扎呀，挣扎完了以后，我大老爷们儿，你这个弱小的这女子，你就只能求救。哦，求救，你求救就有人来帮你了。快来救命，快来救命，是吧？对了，哎，你给这几个方向，一下不就明白了吗？内心戏，我知道几个关键词是什么。首先是这个害怕完了拒绝，然后挣扎，然后求救。好嘞，明白了吧？再说一遍，害怕、拒绝、挣扎、求救，来吧，我可都告诉你了。行了，人家说这副导演太难了，这是。来，阿水，嗯。美女，一人下班啊！哎呦呵，吓死我了！这怎么了？啊，干嘛？干什么？我还就喜欢这样的，你看，哎，早拒绝，拒绝，走！
走进来，你干什么？这什么？你别，劲儿可真大哎！省长，走什么？还有，你还真行，还行，你跟我走吧，咱去拍戏，做 CT。别说了，下面请欣赏相声《新货生》，表演者靳鹤兰、朱鹤松。哎，谢谢您各位啊，这个来武汉演出特别开心。哎，这也不是陌生的城市，也不是第一次来了。对，哎，这是第一次跟人家伦哥一块表演来。今天是人家张鹤伦、郎鹤炎两位哥哥的相声专场演出，有幸呢跟人家一块来到这个武汉的城市，特别的开心，心里太激动了。哎呀，看见这么多位好朋友也特别的高兴。真好，这么大的舞台已经很多年没有演过了啊，确实心里难免有些许的紧张，是，但是也是尽自己可能的给您各位呢带去欢乐。嗯，好多朋友可能也认识我们哥俩，但也保不齐的有那个别的朋友对我们哥俩不太熟悉。哎，咱们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德云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确实刚才有短暂的一秒钟的空拍啊，其实让这个场面有些许的尴尬。隆重地给您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这位老师，好多朋友，还没说呢，这是我搭档，姓朱，要这样就没有意思了，就你们都不交朋友吗？姓朱，叫朱鹤松，是我啊，对。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德云社的一名年朱鹤松，告辞。上哪儿去？看得出来大伙儿喜欢他，这是家乡父老对于我的厚爱呀。你跟哪儿就家乡父老啊？这都是家乡父老啊，这么多年你不知道我是哪儿人吗？我突然间我不知道了。你突然间不知道，你变成一个秃子你都不知道。那么变成和尚我也不知道你是哪儿人呢？太让我伤心了，合作十多年你不知道我是哪儿人，突然间的迷茫。我是天津人呐。废话嘛，对呀，你这一上来你渲染那个气氛啊，回到这个家乡演出，这对我们的厚爱。谁回到家乡？我说家乡父老，我并没有说这是我的家乡啊。你天津人到武汉，你怎么能说出家乡父老这几个字来呢？虽然说我是一个天津人，但是你不知道是谁把我养育成人啊。谁呀？我爸我妈呀。你能从那个门滚吗？干嘛说这不都是废话吗？你跟观众朋友有什么关系吗？我的父母从小拿什么把我养大你知道吗？这些你从来没有问过我，我也不曾向你说起呀。那今儿在这问一问，你的父母拿什么给你养大呢？用的是长江水呀。天津人？对呀，喝长江水不行吗？是不是离得稍微远了一点？这不远，长江为什么？天津人都说我们喝什么海河水、滦河水，你有哪个天津人我们喝长江水？不，长江黄河这是我们的母亲河呀。老先生说的话你都忘了吗？老先生都说什么了？长江苍苍，红山红河在我心
种种情景。到什么时候你不能忘了你是炎黄子孙呢？就上突然间上升这个层面这么高了吗？干嘛呀？母亲和跟咱们这天津人来说，你别这个上升层面这么高。咱们那儿水源匮乏呀，咱们临海。你是喝海水长大的吗？不是，但你这么说水源匮乏，咱们临海，咱们靠着海边的。对呀，怎么会匮乏呢？那你也不能喝海水呀。不是，这有海河水够喝吗？滦河水够喝吗？自来水。笑啊。这你这样你就没有意思了，你要这个样子啊。挺好的，对，你来武汉演出开开心心的，心里简直是太激动了，对吗？平时出门溜达溜达。哎，经常溜达溜达。上次来我还记得是跟人高老师一块来。哎，对，跟高峰先生啊。这回是跟伦哥一块来，每次来这个城市都得多出门溜达溜达。哎，他喜欢溜达，这个人挺好的，一个大城市。那可不嘛，到这个黄河大桥上边啊、嗯，看看底下的黄河。这说实在话，您先也是一种陶冶情操。您先等，你累了，你累了。刚才我都渲染了半天气氛，说的是长江黄河在河南呢。不可能，你看那个颜色没看出来吗？分颜色吗？多新，这是长江黄河在河南呢。那人家上面有个黄河大桥，长江大桥。不可能，不可能、哦、你长江大桥底下是长江，那凭什么旁边建了这么一个黄河楼？哎呀，这个谐音梗真的是爆笑啊。哎呀，这个内容咱懂，万万没有想到啊！长江大桥，哎，看看长江旁边、哎、黄鹤楼，那是黄鹤为了纪念黄鹤而建的楼。黄鹤不跟小姨子跑了吗？所以要建这个楼来记住他，记住了小姨子。哎，别胡说啊！哎，这武汉也是一个好的城市，这里是历史的名城啊，多新鲜呢！多走一走啊，转一转，哎，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基础，没错，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种提高，哎，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哎，这是我们学习进步的阶梯呀、啊，哎，希望呢各种演出呢都能来到咱们武汉这个大都市，是，哎，给大家伙带来呢爆笑的相声，跟观众零距离的见面，对，这样才能越来越好，是，甚至来说呢，私心来讲啊。无非就是让更多的朋友说了解德云社，哎，记住了，了解咱们这些相声演员，这些个相声小演员，哎，这个小字用的特别的优秀，好不好？对了，你像人家伦哥也好啊，狼哥也好啊、嗯、人家现在是知名演员，一上台掌声雷动啊，咱哥俩现在属于呢正在进步的一个阶段，没错，相对于人家而言呢可能名气差了一丢丢，逊色好多，但是你得了解，嗯，为什么会差、嗯、差在哪里，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你得了解你的缺点在哪，你才慢慢的才能进步提高，哎，对，改掉自己的坏毛病。首先来说，舞台经验没有人家丰富，人家是相声老资格了，可能肚囊啊没有人家宽阔，是，这很正常，对对对，对吧，人家那个年龄在那摆着了，这个你像这个年龄的演员就很少见了，三十多就很少见了吗？这也算老演员了，老四哥一干干了十几二十年了，是啊，对吗？但是我有一点比他们好，比如说相对于他们而言呢，我比他们学历稍微高了一点，您有点学历，而且来说我有那个专业的院校，是吗？我这个水平可能你要是跟在座的比咱不成哦，在座的超级哪位可能都是最次也得是个大学生，对对对，那么甚至博士啊硕士啊比比皆是。那您是什么学历啊？我是学历你要跟伦哥狼哥比，我看中专。中专高学历，中专是一个高学历，这是什么语气？你说的是九二年之前吗？这话说的这么讨厌，
中专生怎么了？挺好啊，中专高中同等学历啊，就是上初中的时候不想让你们升到高中再去霍霍别人了，去都上中专，你们次就上那一堆次去吧。你这话说的啊、你这话说的充满了嘲笑。我没有，我并没有笑啊，我笑了吗？说一个中专我就笑，我傻呀我。嘲笑着是真笑吗？那是什么意思呢？冷言热讽？没有，我就是明目张胆的看不起呀、我这为什么还冷嘲热讽？中专你怎你有什么脸面在这个神圣的舞台上说出来中专呢？我嫌弃我中专学历低？我并没有嫌弃，是这意思吗？我就觉得很低。你什么学历？大专。比我多上了三年。两年。两年？我上的是三加二，用我们行话来说，这叫中大连读，就是多上了两年，哎，多交了10000来块钱，嗯，你就觉得比我高很多？也没有很多，起码高两年的学历水平，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也没有，不要觉得自己就是大专了就了不起，并没有这种。你嘲笑我有什么用？你就算是个大专，你不也给一个中专捧哏吗？对呀，这就是上大专的下场。我要是博士后，我能站这儿给你捧哏吗？我博士后你能在这儿说相声吗？对呀。问啊，大专，但是我别管中专，我学历可能低一点，但是我们是专业院校。专业学的是什么呀？相声。好，在天津北方曲校。北方曲校，哎，专门学习相声，专业院校。哦，那你在南方会被人取笑吗？我他们这不就取笑我呢吗？为什么非得学那个北方曲校呢？相声你不得服务全国的观众朋友吗？北方曲艺学校专门学着专业院校，学的就是相声这个行业。那你为什么现在要来南方说相声呢？因为德云社来到南方了。你可以申请不来呀。凭什么？我好不容易有个挣钱的机会，凭什么不来？来来，可以在中国北方曲艺学校里边学习相声。就你这，你说话这个语气怎么就这么讨厌呢？不要管我的语气，我就你就说对与不对。对，这不就完了吗？你大专，你告诉我你什么专业？会计。一个速记员，你有什么脸面嘲笑我一个专业院校的相声演员？会计。速记就是旁边那一边说，他在旁边敲字打字都给记录下来，对吗？真是，先就你这种脑容量就像一只傻犬一样啊。这语言伤害没有意思，骂街没劲。会计就是打计算器数钱，数钱，拿那发票，电算化，电算化，那个算盘，1、2、3、4、5。收银员。不收银，会计，会计算账。哦，会计。对呀、发工资的那个。哎，对对对，会计出纳，就这意思啊。那你为什么不从事那个行业呢？因为每个公司招会计，他们都要那种有会计证的会计。那你能告诉我这五年你都干了些什么？你的会计证呢？没考下来呀。人家那个学校也不是包教包会包分配呀。那你上这五年干嘛呢？学会计呀。证呢？没考下来呀。花了五年钱学会计没有证。对呀，很可笑吗？很可笑吗？我只是觉得我上一个学，你毕业你得要一个毕业证吧。对呀，我有毕业证啊，因为他们不想再留我了。但是你学这个专业来说，你就跟学车似的，我去学车，我学那个驾照，学那个本儿，
我学了几个月，学一年，我得有那个证啊。对呀，那是你学会了，人不才给你个证吗？我不是没学会吗？那你去什么呢？学呀。五年之前我要没有去学的话，我是输给了会计。我现在去学了，学了五年没学会，我是输给了自己。我并不认为这很丢人啊，我这个人只看重过程，从来不看结果。就是学习了五年会计的毕业演员。毕业证呢？没有。没证，你没有那个证，你就相当于毕业。你有个毕业证有什么用？就毕业了，可以不用再来了。就无非告诉人家我就是一个大专生了。对呀。那么其实呢，专业的能力一点没有。对，但是我们毕业的时候，校长把那个毕业证交到我手里的时候，从此你就是一个优秀的大专毕业生了，以后见着中专生你可以拿粘痰啐他。这是哪儿的校长？略微的有一丢丢混呢。没有，据这个科学调查统计，一个大专生顶16个中专生。这据哪儿的科学调查呀？你别问的那么多，你一个中专生怎么这么有好奇心呢？你有这个心思，你当时学习的时候你多念两年不完了吗？是多两年，多念两年就是多花了两年的。而且我们没有3+2啊。那你上一个3+3呀、啊，那就是正常再上一个大专。对呀，你是学了在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学了几年，3年的相声。怎么了？然后就出来说相声了。我们参加工作了。所以说你的相声不是跟郭德纲先生学的，是这意思吗？你要这么聊天就没劲了。是和不是，不要废话太多，相声节奏不要太松散。你是有什么脸面说成这种话来的？是与不是，我不想听到第三种答案。是好。没后话了？没有，我就是替观众问问你。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你跟谁学的都行。上曲校、啊、学的是基础。哦，对吗？你就跟上学习似的。嗯，你那好多的大学毕业生了，人家认识那好多教授什么的，带那个学员什么的，他也不能一上来教你是1+1=2的问题呀、啊。你有那个启蒙老师啊。哦，那你在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是跟谁学的相声啊？你管得着吗？哦，你管得着吗？那是你该问的吗？这个名字不能说吗？这么犯忌讳吗？这个名字。甭聊这个。你这哪个老师啊？你管他？干嘛通缉犯呢？不能说呀，这有什么不能说的？老师的名字有什么需要静静口吗？需要刷牙才能说吗？当时在天津咱学艺的时候，好多的天津那些老先生咱都学习过啊、哦、跟郭老师当时也学过。不是，就是你当时给你启蒙。闭嘴。哦，不让问。不能不要再聊了好吗？就不能问，就是怕你惹祸牵扯出他来，是这意思吗？哦，我当时老师说了，走出这个校门就说了，哎，不要说我是你是我的学生。他是那菩提老祖那么教学的。拿我当孙猴了、嗯、啊，不是，就是老师咱不提人家名姓。哎，不能说他的名字，容易被逮起来。不礼貌。哦，不礼貌，不要说他。咱不提别人、哦、当时也跟过好多那些郭老师的视频学习过。不用不好意思，没事。嗯，后来呢，来到德云社呢，跟着郭老师学习。哎，耳提面命啊，这叫。对了，到了郭老师手底下呢，郭老师人家教导的一些呢，都是比较深奥的东西了。教导有方，相当于啊深造。哎，对对对对，深造。嗯，郭老师有时教导我们了，教导一些什么呀？什么呀？怎么让你自己独树一帜？独树一帜。哎，走出自己的风格，自己的道路。哦，让更多的朋友说了解你，喜欢你，这是现在这些年轻演员应该做的。哎，这是老师传授学生的一种思想觉悟。对了，其实你像郭老师也是如此。嗯，都是学相声的，为什么当时就人家郭老师出来了？为什么呀？有自己个人特点，个人魅力。魅力太足了，对吧？他那阵你包括唱大实话，嗯，包括小剧场的好多朋友去过都知道，灞桥挑袍。哎呀，那一唱真是非常的委婉动听啊。
第一，这是代表作品。对。第二，你一听到这些曲子，脑子里想到的就是德云社郭德纲，郭先生的形象就出来了。知道这是什么吗？什么呀？无形当中，这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广告。对对对。退退退。这就是观众没笑，自己先笑一下是吗？我也爱你们。啊，这个你等会儿啊，谁爱你了？他们都内心这么想的。对呀，啊，就是这个郭老师来说呢，他这个打这个广告，就是更多的朋友们，哎，对这个行业，对于他更加的了解，哎，对于相声更加的熟悉了，这就很好啊，多棒啊！根据自身的条件，让更多的朋友熟悉他。对，其实老年间有很多人有这方面的智慧，是吗？多新鲜呢，他不像现在，你比方说你干点小买卖，干点什么的。对吧，你都是通过网络平台，对 APP 嘛，网络直播带货，嗯，其实也是一种广告传销的方式，嗯，但是这种呢你需要大量的资金链，嗯，你需要花钱，对吧，你有好多你别自主品牌呀，小买卖你没有这个资金，打不起广告，这就得看自身个人条件了。哎，你比方过去的广告怎么去做，怎么做呀？有那么过去一种方式叫吆唤。什么叫吆唤呢？就是过去做买卖的全凭着肉嗓子吆唤喊。你可以这么理解啊，你比如说他，好多朋友都了解的，过去你是卖菜的，卖菜的讲究吆唤呢，挑着个扁担，前后箩筐装着几十样的青菜，走大街串小巷，一嗓子出去绕梁三日，就这么动听。我给大伙儿学习一下，您模仿模仿，这也是一种广告。太好了，过去卖菜的，哎，香菜，我也爱你们。你说怎么样？好啊，香菜呀，太好了。听着，香菜。听这回音非常的动听，香菜，听这个状态，这是一个专门卖香菜的吗？不是，就着重在这儿吗？对，咱再卖点别的行不行啊？香菜拉青椒内，沟通南青菜类扁豆茄的黄瓜加冬瓜，卖大海茄，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的那眼儿嘞，香椿嘞蒜儿嘞好酒。这就是市井当中的交响乐呀，太高了，评价太高了，真是绕梁三日，啊，太动听了。哎，这都是过去啊穷苦人民呢，啊，这些智慧的结晶。对对对，根据自己自身条件弄出一种腔调来吆唤出来，无形当中这就是一种广告宣传。太好听了，相当的好啊。嗯，其实你包括现在也一样，比方说过做该做的好多朋友，您说了，比如我想干点小买卖，没有资金我去打广告，嗯，您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传播东西，继续吆唤，可以呀。可以吗？没有问题。你别拿我来说吧，您有一天让你挤兑的我实在不想说相声了，啊，干了，实在不想干了，嗯，干点小买卖。干什么呀？要卖点服装。叨叨叨叨，服装很挣钱呀，因为人人都需要穿衣服嘛，必须得穿，多新鲜的，对吧？你没有说光屁股出门的呀。倒腾服装，嗯，服装也分，分什么呀？你比如外套啊，T 恤、背心，嗯，裤子、内裤，对，分很多种，对吧？比如咱家单独挑一种去卖，卖什么呀？卖裤子，卖裤子，对，卖牛仔裤，哦，就专门卖牛仔裤，就卖这一种。那您要听我一句劝，最好不要专门卖一样东西。为什么呀？因为现在很少的牛仔了。你规定的牛仔只怎么只有牛仔穿？宰牛的也能穿。牛仔裤这么多年不过时哦，而且各种款式相当的多，喜欢牛仔裤的朋友也特别的多。嗯，我觉得销量肯定会特别的好。哦，就想卖这个牛仔裤。卖这个牛仔裤。好好好，找点什么当下最流行的曲子。哎，现在那这个背景音乐火的那是真有流量啊。新鲜呢？对，有啊。哎，装一点新词进来。太好了，这个广告营销的方式就成功了。对对对，
你比如找一个曲子。什么曲子呀？比如我经常啊听歌，最近新刷到现在当下的比较火爆的歌曲我都了解。哎，对，比如找这么一首，随便挑一首啊。什么歌啊？纤夫的爱，这当下特别火的一首曲子。是不是这首歌火的时候你爸跟你妈还没搞对象呢？对，就你这说话太伤人了。这歌太纤夫的爱，这首歌可能啊是老了一点，对，但是这个旋律啊深入人心，这旋律大伙都知道，对了，都能哼唱几句，可不吗？好，来这个曲子，装一点新词儿。好啊，可以吗？可以可以，你帮着我来。咱俩一块儿来。哦，咱俩一块儿卖牛仔裤。哎，对了，你给我搭个腔，当一小伙计，经过咱俩的努力，就把这个衣服咱就卖出去了。太好了。可以啊。好啊，好比说这个现在开始它就不是手绢了。这什么呀？这是那牛仔裤。行行行，没问题啊。好，可以，我来上句，您学着我来。我学着您来。哎，一会儿你很简单，没问题。来啊，看这条牛仔裤，看这条牛仔裤。我不需要复读机，明白了吗？我那句大伙儿也能听懂了。我来上句呢，您给我吆喝一下句。您说下句不就完了吗？看这条牛仔裤，看这条牛仔裤啊！忘了唱啊！看这条牛仔裤，看这条牛仔裤啊！唱，咱这买卖这么点题吗？就一句词儿啊，来回来去唱啊。那我应该呢？你唱二一句，你得编新词儿啊。编新词儿，那不咱最拿手了吗？不如给我这唱好，唱一下句就得了。哎呀，即兴发挥你最擅长。拿手。看这条牛仔裤，真正是外国的布啊。行，这行啊，材料好啊，这不错啊，进口的这是。对呀、啊，接着往后来啊。可以可以，真正是外国布，生产在汉口啊。汉口没有问题，但问题出的它不合辙。不合辙，给你换一个不就完了？对对对，这一遍就能保证你一遍过呀。对对对，你保齐的。合辙不就完了吗？合辙，真正是外国布，生产在汉阳啊。有没有觉得越来越远了？这也不行是吧？又不合辙，再换一个，再换，换慢慢换不就完了吗？对，你得找，慢慢给你换。真正是外国布，生产在武昌啊！又不行了，又不行了，这小脸怎么又撸撸上了？这小脸还能有别的词吗？你说这没问题呀、啊。真正是外国布，生产在汉口、汉阳、武汉，他们都是武汉的三个镇。滚！不文明了，这词儿真多呀！不文明了，大部分朋友都没听清啊。不是啊，什么汉阳、汉口、武昌，他们都是武昌、武汉三镇，多多有名啊！你不知道吗？你这里边你摘不出来一个合辙的字吗？你摘出来了吗？没有，我换一个不就完了吗？真正是外国布，生产在内蒙古啊！我滚！内蒙好啊，那好，有牛仔，变相的肯定有宰牛的。对呀、啊，你觉得那个地方出牛仔裤吗？是一个出牛仔裤的地方吗？你说这是时尚 fashion 一点不就完了？你看谁骑马穿牛仔裤啊？牛仔呀，对吗？游牧民族谁穿牛仔裤啊？你好好好，你说不都西部牛仔吗？那个、时尚一些的，对 fashion 一点的，还得是西啊。行，明白了 ，fashion 一点、啊，时尚一些的啊。真正是外国布，生产在 New York。这是哪儿啊 ？New York。纽约吗？对呀，时尚之都纽约呀，多么时尚的地方啊！为什么不说纽约呀？不合辙吗？要合辙，刚才汉口不就过去了吗？啊，真正是外国布，生产在纽约，是不合辙？对，多新鲜！真正是外国布，生产在 New York。啊，倒还真合适。您若问多少钱，您就给一万五吧。什么牌子？
我哪知道，那你卖的，我知道什么牌啊？对，我自己自主品牌卖15000，15000，咱卖一条是一条，咱卖一条成本不就回来了吗？卖谁？谁买卖谁呀？15000，我卖条裤15000，谁买？你看，你看看，你就这么有钱吗？2条3万，这就卖出去了，你成本才400多吗？不。不是，你这是问题，你确实有点些许的贵呀。那你说便宜点不就完了吗？你卖观众朋友们，你不能太贵了。便宜点。您若问多少钱，您就给1.5毛吧。连我爸爸都得赔进去。哎哎，不能瞎说，我再换一个价格，一定把你爸爸保住。换一个不就完了？我替我父亲感谢你。哎，词儿是死的，爸爸是活的。我为什么感觉这话这么别扭？错了错了，词儿是活的，爸爸是死的。我对不了了，我换一个价格不就完了吗？您若问多少钱，您就给1500吧。行，差不多得了。1500一条裤，外国的不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现在有那个朋友们花7000来块钱买条裤子也正常。对呀，正经晴纶的裤啊，这是。行了，不值钱了就、嗯、啊。您若问多少钱，您就给1500吧。我要是穿上了它，后边就露屁股。买一什么呀？买吗？一围裙吗？这挡不上啊，这个玩意儿。这个东西你哦，我也挡不上。对呀、啊，不是，这没让你挡，这不让你穿吗？穿不上，你可以露屁股，谁买呀？你可以挡脸，他就不知道你是谁了。这修脸给自己，你别露屁股呀、啊、好是这意思，说好一点啊。好好好，我要是穿上了它，合适的又舒服啊。哎，这行，合适又舒服，这行，这行，可以可以。好，后边各式人群穿上的好处都能唱回来，没问题呀、啊、都是即兴发挥啊。太好了太好了，脑子够用的啊，够够够够。前面还记得吗？记得记得，咱打头来一回啊。来来来，看这条牛仔裤，真的是外国的布啊，真正是外国布，生产在 New York。 您若问多少钱，您就给1500吧。我要是穿上了它，合适的又舒服啊，老头又穿上它，脸上都不长胡啊，老太太穿上它，脸上都红扑扑啊，小姑娘穿上它，能着这好丈夫啊，小伙子穿上它，能着这好媳妇啊，张鹤伦穿上它，后边就露屁股啊。别唱了，接下来请欣赏相声《黄鹤楼》，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谢谢大伙儿啊，感谢大家。哎，谢谢谢谢啊，真是有，真是喜，真是观众对我的爱戴。你看、啊哎、后面的粉丝举着大横幅，张鹤伦我爱你，我天，别回头，骗你们的哈。我还纳闷呢，我怎么没看见呢、哎、我这是营造一种我很火的样子。最后一位大哥你还回头，你坐最后一排你还回头，怎么摄像大哥举的呀？大哥也吃心了，真是的哈、啊、确实啊，你刚才说了我穿上牛仔裤了，把他给露出来了。别胡说啊，你以为我没听见呢是吗？什么我没听清啊？没听清别说。刚才两位啊，靳鹤兰、朱鹤松，金珠组合，金珠组合，两个人30岁左右啊，嗯，真的假以时日必成大器，而且现在人家已经那个大学便能自理了啊，什么病啊都康复成，还不错啊。不是，我就是那怎么形容他们啊？啊，马上会红会火的，就自己也可以办专场了。哎，人都是了不得的，现在都是不错的演员。嗯，我们来说啊，都是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小演员。张鹤伦不值一提，你知道吗？你瞧，自己说这个名字我都心虚。因为我师父都说、啊、一直我师父都说我郭德纲就是一位那个相声界的一名小学生、哦、我师父都是小学生了，我觉得我呢就是相声界的幼儿园，幼儿园、哦、就这个往下。对对，因为我跟我师父可能就差了一个暑假、哦、是你大班了还是先生留级了？这嗨，这没关系。因为什么呢、嗯、我师父来说，我师父现在大伙都知道，嗯，
啊，京评帮举人是样样精通，都会，对不对？而且最近啊，我们一块儿还在弄京剧，是，对，弄京剧啊，包括因为我们像他们这个，都他们很少跟我们参与这些事儿。德云社有个叫德云传习社，您知道，我们天天练功、压腿、什么身上啊，练唱都有。云手啊，有这个，嗯，真的，哎，知道吗？分和什么呀？多味儿啊！这是你的鞋吗？是我的，是我的。啊，不是，这鞋怎么掉了？哦，买大了。这是个包袱是吗？不好笑吗？好笑，人都好笑。真的，当年我们学过这个。又来一遍，嗯。现在来直播，我们练这个时候，德云传习社那时候。咱们。别咱呢。跟谁套近乎呢？咱的这成套近乎了，你这真的，我们唱戏那会儿都知道吧？陶阳，我们都一块儿。陶云胜，对，我们每天压胳膊压腿，留神鞋啊，练这个叫下腰，下去，大哥那儿开关下去，真的都有这个、啊、练是唱啊什么的，手眼身法步，对。像你们，你他也不知道，他来的晚，你是哪天来的？后来我哪天来的？前天吗？前天来的，对，我得提前来。我没问你来武汉，什么叫？那你问我哪天来？咱都一块儿。我们那时候正唱戏的时候，你干嘛呢？哦，切墩颠勺的厨师，又来了。你这点我来说，我不比你优秀吗？你自个儿说。不啊，嗯，那我一措手不及。有什么可优秀？咱都学了。你学过这个吗？啊，我也唱戏。你有那嗓子吗？拉倒，我们这嗓子适合唱戏。为什么？你这嗓子呀，适合做核酸。不是，这唱戏怎么了？咱都适合呀，咱都学了，都打击。你有那嗓啊啊啊！一一一，妈妈妈，咪咪咪。你再来一遍。干嘛要跟你再来一遍啊？不是，你这东西有什么？每天练功啊。啊。京剧听过吗？你看，就说着说着都没听过了，小瞧谁呢？听过，当然听过，咱也唱过呀。你还会？会呀。哎呦喂的啊，还有点能耐，会唱个三句两句的。我跟各位是谈不上能耐，我跟你比，我会。我们这打小就练这个。练哪个呀？你会唱？我也会唱。那我要唱一句，你能知道吗？你唱一句，我能给你接下句。就有这能耐。这还搂着说呢，哟，这你说的是吗？对了，你听那个啊，哪段？哎，是不是？这段对不对？我再给你换一段。这，咱俩人打哑谜呢是吧？对对，因为你刚才唱的跟我那是一段。哪儿的对什么？您光张嘴不出音儿啊！再来两句啊！哎，对呀、啊，来两句啊！来，娘啊！哪段？我这，那你听我这个，妈来！哪段？一段，又一段啊！又是一段！你跑这吃鱼来了是怎么？听这个吧啊！来亮一嗓子，大伙儿听听。你好好唱，大伙儿也很少听到国粹。今天在这个场合呢，也展示展示打小的基本功啊，也在这儿呢。生旦净末丑，神医老虎狗，刷细胞的，扫后台，扫地擦地，奶孩子，我们这些演员基本上都能。不是您主要说您唱戏，就说呀，都会。别说那闲白，来两句。将身儿来只在大家口。尊一声列位的宾朋，听从头一步是响马，病则痛，而不是待人呐、啊。马城头养，拦不住了，与我来争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重班头。你怎么不唱了？我都拦您了。这你看，光在旁边，我这费四脖子汗流，大段台词。四脖子汗流，就是汗哗哗的啊，塞真大。
你有脖子你能留下来吗？啊，你是四肩膀汗流。我四不四肩膀，你四脖子汗流，留不住，都存在颈纹里了。你长一螺母的脖子，你瞧瞧。Nice。 啊，您这个呀，南起界，三家店，这段会会，这段谁都会，都知道，多少年了？这是唱吗？您这什么呀？这是六六嫂子。这话都说不清楚，你是想说六嗓子是吧？对了，六六嫂子。别来这套啊！这吃武昌鱼扎着了，这是。怎么了，哥？哥身体不错。啊，真正唱了啊！来吧，听那个。我听。五指也齐在茫茫，八军战热天下扬，怀王也曾八支将，两路分那兵进咸阳，进咸阳干不干嘛？有病啊！干嘛你啊？哪儿的事儿去了？我这跟你接上了，你这搅和，这不是哪儿接上来了？咱俩一块儿唱的，这是接上来了，多新鲜！真能唱是吧？那可不嘛！有追韩信呢，这段都知道了，知道了，听着吧啊！啊，接下来啊，怎么说啊？沙庄擦屁股，怎么讲？给你露一手，多恶心呢！那个，下过藏。尊一声响过顶端的楚平王舞蹈，你不能让人到手，你这嗓子就别擦了啊。怎么了？干嘛呀？还起嘎掉了是不是？咱这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办呢？咋在我站在城楼观山的景，耳听得响，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有只蓝脸的刀儿蹲刀与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树上的鸟儿成双，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朱刘大哥讲啊话，离开天你爷爷，我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舒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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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飞机的舒克，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和我那么像，爱你和我那么像。走走走走。去吧去吧，那蓝绿的披风，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人家都接上了，你还好意思唱？今天来了多少小朋友？爱你孤身走暗巷。你让小朋友都接上来，还要不要脸了？这个怎么了？再说您那从三分之二往后还是京剧吗？啊，都什么呀？都真能唱是吧？河南坠子都出来了，真能唱，真能唱，给你留下下句来，来接行不行？不用下句，给你留下句，听这个，不是我能唱吗？说这道理，听 stop， 接下句。穿林海，跨没到呢，跨雪原，没到呢，起初咚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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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到你。好好上后面给你拿拖鞋去，拿拖鞋什么意思？准备给我搓澡啊？对，搓搓你嗓子。搓嗓子干嘛呀？您这叫坏门。行啊，啊，自己唱前面，留一高腔给我了。真行啊！不是说行不行？行啊！啊，我这人眼看狗低了。你这
狗眼看人低。老话说，真是别瞧不起这没屁股的臭臭。哎呀，是你有，你那牛仔裤也不知道兜到哪儿了。是不是亮着？这亮着呢，亮着不是亮不亮？我跟你说，你现在这画一道缝，到我就知道是什么。甭说那没用的，对不对？你说这上来咱逗壳子有意思吗？你要真爱唱，我也喜欢唱，咱一块唱一个不？真没想到啊，郎和燕，怎么、啊、真有能耐哈、啊？谈不上能耐。别看这脑顶寸草不生的，一张嘴五谷丰登的。不是，咱十多年了，这梗总得我在头发上找出来的，是不是？行，你要真行的话，啊、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咱俩就好好过过招。京剧咱就好好过过招，不现在就是晚上啊，现在晚上，现在不行，当着各位面的，万一你哪块不会唱错了，光机回后台里边死了，我怎么死就死，我还上后台死去，他不好意思当着人死，人太多了，哎呀哎呀，我人前你说 我挺住，人后尿裤，对，他净说那片儿汤话，你说咱就在这儿唱现场，让大伙儿也看看，就来，对呀、啊，就现在。嗯，我就这儿哈，你组织个这儿哈，你瞧，就这儿哈，就这哈，这一哈干嘛？就在这儿，哎，行了，今天你就埋在武汉了。你别说那没用的，对对，咱唱一回吧，唱来唱唱，见真章嘛，来来来唱。怎么了？又肚下垂了？我提裤子啊，好，唱戏讲究啊，口腔、胸腔、盆腔共鸣啊，对对，你得讲究盆腔共鸣啊。腹腔兜着点啊，兜着点，好好好，咱那咱们黄鹤楼，黄鹤楼好不好？好啊，你来黄鹤，我来楼，这叫什么唱戏呀、啊？这是啊？你说你一挑戏就挑这个黄鹤楼，那主持人说的呀，大伙都知道黄鹤楼，对不对？啊、黄鹤楼有的诗嘛，朝辞白帝彩云间，万里长征人未还，姑苏城外寒山寺，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唐诗三百首我怎么没学过呢？这是这里还那哪句是黄鹤楼啊？哪句是你猜？我猜什么？哪个都没有啊。对了，你是除了标点跟黄鹤楼那一样，没有一样的，我跟你说吧。好，黄鹤楼、啊、故人西辞黄鹤楼啊。下句呢？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间，别救他，唯见长江天际流。哟，我还真不了。哎呦，我上学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你这好像说的你比我学问高似的啊！咱今儿不比学问，咱就唱戏。黄鹤楼，黄鹤楼，京剧，行，好好京剧啊！今天是全唱了，大伙谁都别走，别！今晚咱就在住，在这床房。不，都别走啊！今天走一个，我跟你说，他死这儿，他是老把我捐出去。您讲，咱俩别样，黄鹤楼是连台的本戏，咱不能唱全了。怎么办？咱们掐去两头，不唱当间。嗯，那就别唱了。散会，哪儿的散会？好，太味儿，来回来，就唱当间儿。我可救你两回了，非得在这儿唱。兄弟，你救我跟害我一样，你知道吗？就我这样都拦不住，就得在这儿唱，就得在这儿唱。行吧，大伙儿想听，想真想听吗？你们这是害他。你轻着点，你轻着点。害他啊，害人不浅。咱们就唱当间儿，行好不好？行。刘备过江起，张飞闯帐止。好嘞。好嘞，咱们分配一下角色，不用分，嗯，都给你。就你看，咱俩人唱戏都给我，那你干嘛呀？我给你跳舞啊！呀呀嘞呀！这那会儿有这舞蹈吗？你这个、哎、你怎么跳的？我不告诉你，我还不会、啊。咱唱戏呢，咱俩都得挑。那你先挑，哎，这行。你挑剩下，你再挑。这不还是我一人唱吗？你先挑吧，让妇女和孩子先挑。那我不挑了，我又不是妇女，又不是孩子，别闹了啊！我先挑。那我刘备，你刘备，我刘柱子。那我要冰箱，我要彩电。哦，我要煤气灶，我要空调。咱俩离婚来了是怎么的？刘备，你就刘柱子呀？刘备啊，刘备不是刘备子呀，刘备刘玄德。那你说刘玄德呀？姓刘名备字玄德、哎、是是家住大树楼桑对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可以了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好嘞、嗯、好嘞好嘞可以听你的没让您背这贯口再往后背我怕背错了、嗯、吓我一激灵、嗯、我来刘备刘玄德、嗯、您呢您这个怎么了看见什么了这是这不是穿着牛仔裤呢吗这不露屁股了您等会儿，这个
我来刘北刘玄德。行，您呢？您这样，您来诸葛亮。好，诸葛亮，姓朱名葛，字子亮。老师，老师，老师，您说这位我不认识。你不认识？他写《出师表》没听过吗？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花光预算，这你都知道。哪个？诸葛亮。你们家出师表，诸葛亮就是一冒牌货，这出师表就两句啊。钱不够了，所以没有这个征服嘛，三国没有统一嘛，他没统一，这跟他没关系啊。就是因为他钱不够，朱祁山伐中原，那后边怎么办呢？就是因为钱不够了，小表辈儿。你说的不是三国，老帮菜。是什么？诸葛亮。父姓诸葛，单字为亮。我知道羽扇纶巾，对不对？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这是曹操。我的个天哪！曹操啊，诸葛亮是夜观天象，知谁在尿炕。这诸葛亮是幼儿园阿姨是怎么着了？没有，他就看着阿斗一人，看不了那么多。阿斗扶不起的阿斗啊，对对对，看你个刘禅，开大转。别开了，别开了！一看呀、啊，他就是蓝怪没有了啊！您呢？怎么了？哎，没事，又喝多了啊！你呀，就演诸葛亮就行了。好，好，站稳了。好家伙，没说怎么着，坐着木车就上来了。这个，哎，他发展这个叫木牛牛马。什么？木牛牛马？木牛牛马？对了，木牛牛马。你随便吧，啊，然后呢，还有张飞，张飞，张飞这样，开大，哦，保护你，阿斗，阿斗，哦，别欺负阿斗，哪儿的事儿去了？这句没有阿斗，张飞是保护，该保护刘备了。刘备不用忘，刘备，咱能忘了这游戏吗？暂时。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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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啊，还有张飞，这样我来。行，你来看。我前面刘备，后面张飞。来两个角色，哎呦喂，了不得！明白？那主要是看来刘备，还来张飞。主要看您，您这是主角。那你知道主要角行？这我都说清楚了。行行行，这没人物分配完了。好嘞，您手里给我搭的桌子。你搭桌子？对，咱区分出前后台。您先等一会儿啊，对。我，你看我唱多少年戏了？你先别喘。现在让我给你搭桌子。我专业唱戏，你让我给你搭桌子。要背个氧气瓶。你除颤一下怎么着？你说我都累成这样了，你要你该，没事，你撞个六啊你，谁让你撞了？自己设计的，你这有病吗？你这不是台词写着那叫撞？你们家台词哪写这个了？大，哎呦，大，这行不行？太远了，拿，太远，就这儿就行。再往前，是不是？这是一木匠，还掉线儿呢，你看没？好，挺好，挺好，挺好。来吧，不用转，先别转啊，先别转，先把兵线收一收啊。猥琐发育，别浪。那个还缺一把椅子，是吧？我都累成这样了。是，我去，我去，你转一会儿，我去啊。行行行，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我去你的吧！哎，你看你家，我说我来的，哎哎，你这人小心眼儿，死心眼儿的玩意儿，宁死爹不戴孝帽子。行了。这个舞台就布置完了，哎，咱们这就准备开唱了。别开唱啊，嗯，对吧？我不是那个诸葛亮吗？啊，对呀、啊，我这穿那个寿衣拿来。嗯，什么？寿衣穿那个？不，你这气色能扛到明天？唱戏穿那个，这绣一个煎饼，上面有个五彩的祥云。哪有绣煎饼？不用绣煎饼，你这不有一二维码吗？你这个。对，二维码绣着苍蝇啊、蚊子、臭虫、屎壳郎啊、海马游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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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马海马，五只海马。你先，哎，你等会儿。章鱼，章鱼。你等，咱们是咱要唱《海绵宝宝》和《派大星》是怎么着来着？好吧，好吧，好吧，你说。海绵宝宝，咱们一起去汉堡王那里吧。好啊，好啊，现在就去。
我要再给你学一章鱼哥好不好啊？好，我看章鱼哥就不要学了吧。没有这个啊，您说那个叫唱戏的行头。哎，对，拿行头来。没有行头。没有行头。对，怎么办？怎么办？咱们就穿大褂，就穿这身，好不好、啊？就穿这身，谁能看出我是诸葛亮？羽扇纶巾得有吧？你转起来，你那羽扇纶巾啊，对吧？那没办法，就这样。羽扇，这个羽扇行不行？哦，这就好比扇子。纶巾，拿这包一包头。拿这包头。哎，嘿，不容易啊！咱们是说相声的演员，很少唱戏。您知道，在这个化妆方面呀、啊，他。您在磕着，您说。嘿，好家伙，这家门不幸啊，这是。真是的，哎，你看看，抬头纹都没了。还真是，这一勒都勒出颈纹来了。行了啊，咱们这回可以了吧？来吧，咱们都归后台。好啊，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好嘞，没问题了。没问题，来吧。啊，来，咱俩赶尸去是怎么着？上场吗？上场你打家伙呀？打什么家伙？打什么京剧家伙？你不会呀？不是不会，哪个家伙呀？跟我们的一样啊？这个像哪个？丁大德呀。啊，大爹呀、啊！对，这还用我说吗？哎，大爹，我以为是吓我这一跳，我以为诈尸了呢。来啊！大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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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你跟我出来！我今天有事儿不出去了。别发了！干嘛呢？咱俩这……你都这样，我只能回复这个表情了。我这不是你那意思，我知道。就你那有有你上来，你亲他一口。我是怎么告诉你的？我这是来一口。我那意思，你先上，他不还手，我再上。人家带老咱唱戏还带有弹幕的呢，是怎么着了？您的意思我没有这，您跟我一块儿出来呀？哦，您看对不对呀？您这叫同场上，宝贝儿，是同场上，我这不是怕您不懂吗？就是的吧？啊，行，臭宝，净这词儿，同场上啊啊，哼，大爹，大爹，大爹，大大大大大爹。他真齐，俩兔爷。啊，先生。啊，老婆。不是，咱这人物不对啊！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老婆呀。啊，娘们儿。你没明白。啊，媳妇儿。不是这个。妻子、太太、乌门、欧巴桑。不是那口子。哪口子呀？拿刀剌的是怎么着啊？不是，这性别不对了。什么？我叫你先生，你得叫我主公。主公？对，主公什么玩意儿？怎么？不是玩意儿，主公就是皇上。谁皇上？我呀。哦，对，那废物点心刘禅。不是刘禅，刘备。啊、哦，刘备。对不对啊？啊、哦，就是刘备了。再来吧。啊啊，先生。啊，刘备。主公。啊啊，先生啊，主公，我怎么听着像猪公呢？这个，你把这个字咬准了 啊！再来一遍啊！啊，先生啊，主公，就是猪公。此一曲《动物过江之事》，你把孤害苦了。哎呦，谁害你了？谁害你了？先别着急，刚才桌子我跟你一块搬的，谁害你了？是，我就说你受累，头我都自己包的，这也没就拿个椅子，我害你了？不是你害的。
我不是我害你跟我说是诸葛亮害你找诸葛亮去啊那我哪找去呀、啊、这你哪找去、啊、咱们唱的是什么呀王鹤楼你演的什么呀诸葛亮 You know 我错了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啊！是您的剧中人害的我剧中人跟您本人没关系早聊啊别生气啊不生气不生气啊先生啊诸葛此一句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孤害苦了不是我害的是不是你都知道打家伙呀我得唱了打家伙扛啷起来子扛啷起来子扛啷起来子扛是是是是这家伙吗是是是是是是是啊扛啷起来子扛啷起来扛啷起来子扛啷咱能大点声吗来来来不知道以为抖苍蝇呢这是苍浪起来苍浪起来苍浪起来苍恼恨先生诸葛亮苍你比孤王去过江苍龙潭虎穴孤举床苍浪起来苍浪起来苍浪起来的苍这是处罚诸葛年弩了这是乐队得卖力气啊苍啊啊啊啊啊啊啊驴呀、啊、别嘟噜了我这提示你该说话了说什么词儿合着你不会呀、啊、不会敢上台吗啊这会会不就唱了吗那您不是还是不会吗不是不会您这是忘了没忘那是想不起来了这不一个样吗哎忘了是忘了想不起来想不起来了忘了全忘了想不起来就这么一点想不起来您提起我就会行行行我给您提一句啊就这一句山人送主公老词儿啊就是老词儿嘛哎山人送主公分明是送孤王去见阎王山人送主公您山人送之功您山人再送之功再您山人再送之功一点儿一点儿都不要送了山人再送你要送我哪儿去呀火葬场我就知道这死一去黄鹤楼这都是你安排的这那家伙还挺萌你看、哎、啊不用了后边该你唱了你看我就觉得我说得有我的唱啊这半天就你忙咱们衔接紧凑一点好不好啊该您唱了来吧来吧哎扛浪子来的扛浪子来的扛浪子来的唱恼恨先生诸葛亮唱你比孤王去过江这么耳熟吗唱龙潭虎穴孤王去闯善人送之功免什么免啊免您让各位瞅瞅刘备送刘备啊怎么了真假刘备 cosplay 谁是真刘备谁是假刘备打到了凌霄宝殿你就是个四大名捕的假六耳刘备六耳刘备啊对吧你猜谁是真刘备谁是假刘备你说那是西游记你哪知道俺、啊、老刘备都出这次自石头出来以来啊有几个人打得过俺、啊、老刘备刘备你是好样的土地你出来大圣你跟我说那人参果哪儿去了你是不是偷吃的此物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火而焦遇水而化是遇土而入啊大圣小神也不知道啊哎
不打。嗯，哎，咋的了？你是哎，你是不是emo？我不想上了。你是不是emo了？我emo啊？咱能不能唱个京剧呀、啊？您这什么？您的《西游记》都出来了，还呆子？猴哥，你有病吗你？你人格分裂，你都分裂多少？你都拔瓣了，你都。哎，你学的六耳刘备，刘备一对耳朵就双耳唇尖了，六个耳朵。好家伙，他是怕热天着了，他倒热去了，怎么了？你该学那句，嗯，猴哥。闭嘴！烦死了！造孽呀！你给我唱京剧好不好，老师？好，好了，好了。看诸葛亮的词儿。诸葛亮，诸葛亮什么词儿？啊，跟你一唱，我尿酸都高了。啊，主公上马心不爽。嗯，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山人八卦，山人八卦秀内藏。记住了吗？啊啊啊！江人杰作，中金帐等。主公周周一的帐，好好好，你第一句再说一遍。主公上马心不爽啊！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心，山人八卦心内强。江山且作中军帐，江山且作中军帐。等候捉州一得帐，等候捉州一得帐。没问题了吧？放心吧，哎，没有错不了的事儿。他压根儿就没对过，您瞅，您别不动了，就在这儿唱了，我打家伙。来，康郎才来的，康郎才来的，康郎才来的唱。主公上马他心不爽，山人八卦心内藏。将身儿且坐在中军帐，等候涿州一得仗，一得仗。不是这个，不是。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将身且坐中军帐，等候一得仗。不是这个，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就在那个秀内藏。将身且坐中军帐，等候涿州一呀一得仗。老师你太厉害了，除了京剧你全会。要不说他们是我是个全才的演员，全才的演员呢。是，好家伙的，您得唱二黄。二黄什么味儿？主公上马心不爽，唱你唱。主公上马心不打家伙，唱浪才来。我打打去。你打你跟我说。唱浪才来的，唱浪才来的，唱浪才来的，唱。主公上马。唱哪个？二黄。主公上，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的八卦秀内藏，江山且做中军帐，等候着涿州一得仗。唱出评戏的味儿了。说话呀。我叫诸葛亮。还有呢，性别男。谁问你这个了？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德章。老词儿，老词儿。对呀，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德章。走我。干嘛呀？我应该干嘛？你应该干嘛？你应该出去送花圈的来了。我这怎么怎么着？你怎么着？你打家伙呀？那你说呀，我还用说吗？我这都叫板了，你我不诸葛亮吗？你诸葛亮坐着，他就等着我呢嘛。再来一句，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仗。走我。得得得的令得一个令得大旗大得。有当飞闯进了中军保障，叫一声诸葛亮，有话商量。妞，什么妞？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这是张飞吗？这不张飞他妹妹出来了吗？诸葛亮欺张飞，诸葛亮欺什么张飞啊？您这打快家伙，快家什么？我这边后边一喊邹啊，你就四鸡头一亮相，将将就把蹦蹬仓，转紧急风，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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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台口，蹦蹬仓有个哇呀呀，转扭子我就该唱了。看你看你个，明白了吗？放心吧，啊，没有错不了的事儿，我都记住这句了。您再来两句，稳坐中军帐，洗洗一得仗。洗他干嘛呀？等候稳坐中军帐，等候更健康。不用等，等一
得正，稳坐冲天轿，等候一得正。坐我，得，坐我，扛起来些，扛起来的，扛起来的，空来什么叫？四鸡头，四头什么？大的唱，大的，大的，唱唱的嘛，蹦蹬唱，你妈，这蹦蹬唱，呀哇呀呀，嘿。不够你忙叨的，我挖呀，我挖呀，你妈这一片你都挖，你不以前新东方的吗？开挖掘机的，我认识你。蓝翔才是挖掘机呢。烦死了！因为我错，我对不起唐国强。可以了。算了，我也不挖了，直接打家伙吧。唱浪唱浪起来，唱浪起来子，唱浪起来子，唱浪起来子，唱。心中恼恨诸葛亮，唱。做事不与谋商量，唱。怒气不息把我张狂，唱浪起来子，唱浪起来子。唱浪起来，唱！诸葛亮啊，啊哟！咬人呐！指我就咬你！快快还眸的大雄王，痛飞痛！可闹啊！痛棒！可恨呐！大仓！呵呵。可闹啊！痛狂可恨呐！大仓，不实，可闹啊！痛狂可恨呐！大仓，你饿了？我咬你！我怎么了，大黄？您到这儿说话呀？三人送之公。哎呀，我是张飞。送张飞？哟，你送张飞不接李逵呀？接葵葵。你是个司机是怎么着了？你这是，啊？到这儿就这么一句，三将军进的宝帐，怒气不息，你为者谁来？我知道是这句。你知道这句不唱啊？我不知道搁哪儿，就搁这儿啊。倒聊吧，都聊半天了。No problem, please sit down。可闹啊，恐慌，可恨呐、啊，大仓。三将军进的宝帐，怒气不息，你为者谁来？诸葛亮啊，怎么样啊？我就围着你来，你围我来，扎扎扎，欧巴，一点都不累。不累怎么这声啊？就是有点上不来气儿。就是那个开心，真的愿意在台上这种挥洒汗水，嗯，愿意在台上这种跟观众这种其乐融融的感觉。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为舞台而生的，让我演出就是我最大的荣幸。能给观众带来快乐是我毕生的荣幸。我真是这样的，我前一段时间没有演出的时候，在家自己都快憋疯了。我觉得不演出我就是一个废物，什么都不会。演出了也差不多。嗯，我还觉得我在台上的话，我还觉得能挥洒汗水，这种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感觉真好。嗯，真是就是能演出了，我觉得哇，喜欢这一方舞台，是喜欢现场的所有这种感觉，这种欢声笑语，氛围很。直到不能演出，我才发现什么呀？真的是没有收入。嗯，你这还，你这包袱在这儿，哪有包袱？真情实感。嗯，对不对？这个也是啊，谢谢大伙喜欢的，我们就多演点。哎。啊，不喜有人点唱歌了是吧？唱歌是吧？待会儿唱一唱好吗？来，那个，我喝一口水。哎，那个别走，我不唱了。哎，再给个机会，别走，待会儿。
麻去啊？好好的，好好的啊！哎，我这是留客人的一种方式。嗯，没听见说过。这个我来，我给我来瓶水，好不好？今天呢，也不是外人，我到时候大伙给炫一个啊！一秒喝完啊！真的，预备，开始，一。您这一秒哪儿喝完了？这是是吗？不可能，这水有问题，水有问题，里边有结晶体。没听说过，人家是纯天然的。不可能，谁放冰糖了？呵，放冰糖了不行，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他糖尿病。谁信？润润嗓子，来吧，想听什么？小娟儿，冬天树叶飘雪花，外婆桥前等小娟儿，桥上的我在等待，一晃过了十年，咋还不回来？小娟儿啊，小娟儿。你在哪边儿？咱家的酸菜已满缸沿儿。小娟儿啊，小娟儿，你还记得吗？咱俩从小一起唱的那一段儿。哎呀，我的天儿啊，破鞋露脚尖儿啊，老师让我交学费啊，我说等两天儿啊，没钱我光脚丫儿啊。外边飘雪花儿啊，邻家小妹瞧见了是眼泪含眼圈儿啊，她是我的心肝儿啊，起名叫小娟儿啊，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比我胖两圈儿。哎，这是原创歌曲，对啊，代表作是吧？这是我的一首歌，嗯，啊，大实话。好，你让你唱大实话呢，因为德云社唱大实话的都已经故去了。说话留德，来啊，这我来不了，这是郭老师的这个保留曲目。对了，那个确实，那别着急，因为德云社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哎，对，然后比方说像我呀，这个小娟儿，嗯，你看我岳哥。就是那个岳云鹏都知道，五环对不对？啊，五环。还这么齐啊！是你翻场还是他们翻场啊？到了他们连连唱的环节了。没听说过，人家叫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辽东白云蓝天蓝。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对，不一样啊！还有那个我们那个辫哥哥，也有这个代表作《看清水河》。嗯，那桃叶尖上尖，柳叶就遮满了天。不一样啊！在其为这个名啊公，细听我来言啊，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的这个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呐、啊，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忧着儿，生了一个女儿婵娟呐、啊，小妞哎，年长到一十六啊，娶了个乳名儿，荷花万字叫大莲呐、啊。秋雨就下连绵，
双江那清水河，好一对多情的人，双双就跳下了河呀。痴心的女子，这多情的汉呐，变成了小曲儿来弹清水河，变成了小曲儿来弹清水河。弹清水河，弹清水河。啊，还有妹妹来看我，这首也是我的代表作。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从那小路来，小路上面的毒蛇多，我怕咬了妹妹的脚。妹妹若是来看我，你就从那梦里来，梦里只有你和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呀你要你扫哥哥的二维码。还有我师傅也有代表作呀。师傅代表作多了，哪个呀？叫小帆。哦，那今儿我们可来着了啊。今儿就今儿了啊。啊，听你不唱的，大伙儿也都听过师傅叫小帆，而且我听过不止一年两年。是初听我还穿尿不湿，现在也是尿不尽。你就这半个月的功夫，真的真是，他以前高三就听这段吧，现在都三高了。嗯，哪儿的事儿去？真是叫小帆谁不会啊？我师傅多少年了？不是郭老师唱的好，你我听这么多年，我白听啊！真逗，听跟唱是两回事。今天让你开个眼儿，听着啊！行行行，你唱，我给你搭腔，好吗？叫小帆，哎，来，清清嗓子，卖卖力，来啊！嗯。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我的庆强。叫小娟儿，娟儿啊！再来一首，自己唱。哎，老狼来一个，老狼，来两句，来，我来一个。来，让贺伦歇会儿。大黄，来一个。唱个京剧吧，好吧。木虎关，好吧。高老爷来至在木虎关，偶遇娃娃将谋盼着送林内，本是那杨仙妹，娃娃你等做了押镖官，大战场见过了千千万，何况小小的木虎关，不叫你儿啊看，儿要看了不叫儿关，儿要关，哗啦啦啦打啊，开了咱们大家看，真好真好。我跟你说，我要不说捧哏的人家不指挥嗯啊这是哀海忧河别听疼，不光是这、嗯、您先等等，您先等，后边没那么多字儿，真的、啊、这就都以为捧哏的在台上指挥装傻卖名，对不对？不是这样。刚才打了一个水格，那格都那么水，卖萌哈、啊，人家也真有能耐，还行，真有实力，怎么样？这我不是拍马屁吧？你这看，您这拍我脸，有能耐有实力，我们也是爱唱爱研究，都在台下私底下下了很多的功夫，是，也希望就是给大伙展现一点新的东西，嗯，比方说现在流行什么呀，我们也都在研究，比方现在流行什么 rapper。是吧？我都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嘻哈嘛，嘻哈说唱，都管我叫 rapper， 你也是 rapper， 他也是个 rapper。我看你不是 rapper， 我是 loser。你是个傻子。你们俩，你这你扫货扫货，你还会唱这个啊 ？rapper， 地下八公里。地下哟呵，你可以啊，那你唱让我们听听。我们都是给阎王爷唱的。那你别唱了，今儿都没带纸钱儿。
这我们都组合地下八公里来个说唱吧。来个说唱吧。自己的对自己编的一段说唱。那我们听自己来介绍这门 freestyle。现在讲的 freestyle 吗 freestyle。对对这就是那 freestyle, 就那玩意儿。啊行你赶紧唱吧赶紧唱吧。就是双压单压呀对不对我说 ABCD, 你说 EFG。我说阿波茨德你是阿佛哥我说赫伊基科你说勒么呢那你就记住了一共是26个字母我只是告诉你这个啊我来吧来一段啊是喜欢这段啊大半年了没见你们心里甚是想念站在台上要说不想那是一种欺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真的不是传言不能演出我们也是真的没法挣钱在台上玩说唱真不是我的本意只想告诉大家我一直都很努力展示一点新的东西拉近咱们的距离让你们感觉这样的贺伦并没有太过气我不是你的姐姐我不会乘风破浪站在舞台之上我只会说学逗唱没有资深背景不能扶摇直上更没有儿图爱图蠢图那么高的情商我只能告诉自己必须要天天向上成为他们的榜样都拿我当偶像说出张鹤伦三个字都异常响亮张鹤伦你很棒你的未来光芒万丈几点了七点好嘞好嘞好嘞那个服务员把明天的票收一下好吧这样我给大伙唱一个唱我自己的一个单曲啊那个来一首你的蝴蝶分给大伙阴阳师 music 好了今天忘给阴阳师送钱了谢谢大伙啊感谢你们来到这里感谢你们捧德云社感谢你们喜欢张鹤伦谢谢你们真的玫瑰从南走到北一到了天黑危险又很美迷人的香味散发着暧昧让人心碎又让人心碎带刺的玫瑰会叫人宝贝一到了天黑危险又很美迷人的香味散发着暧昧你是我心中擦不去的泪水我是你的蝴蝶翩翩飞来到你身边不顾一切风里来雨里去寻你千百回今生今世与你长相随我是你的蝴蝶翩翩飞来到你身边不顾一切风里来雨里去寻你千百回今生今世与你长相随谢谢来打开你们的手机的闪光灯好不好找一种演唱会的感觉今天呢特殊原因因为剧场那个上座率啊有限制所以呢好多人都没有进来但是能来的咱们就是缘分来了咱们就开心咱们就快乐带刺的玫瑰对的蝴蝶翩翩飞来到你身边不顾一切风里来雨里去寻你千百回今生今世与你长相随我是你的蝴蝶翩翩飞来到你身边不顾一切好尴尬坚强随心动的与你长相随结束了还没有结束吗还要还来吗人家剧场演出是有时间限制的一会儿罚款罚你们啊来全体演员都上来吧好不好
来，有请那个今天的部分演员哈，有请老师们闪亮登场。来来来，咱们那个挨个介绍一下啊，这个头一场我们演出的这个叫于鹤珍。哎，这位呢是我们的大爷，知道我们年长的叫杨进明杨老师。啊，然后旁边这个叫猪猪啊，捧哏巨匠朱鹤松。哎，接下来是我们的兰兰，叫靳鹤兰。啊。夹杂着委屈啊，受到了捧哏的挤兑，但是在台上仍然屹立不倒。啊，旁边这位是高九成啊，石家庄九蒙子高九成，六队的20分钟之后的酒神。旁边这位我六哥赵云霞。啊，好，今天的演员都介绍完了。哎呦，对对对，还有一只，还有他的外号是。我的好搭档郎和言，这样吧，那个都喜欢啊，喜欢谁啊？大伙给展示展示，好不好？啊，人说点猪猪，来，我先来吧。啊，好，来来来来来，我替我搭档来一个啊，来了。我搭档平时唱歌唱的不是特别多啊，我搭一个，因为我爱听歌，哥，来。啊，那能来啊，能来啊。哦，我就爱听歌，因为当下比较火的歌我都喜欢。嗯，我给大伙儿唱一个当下比较火的粤语歌。哎呦，太好了啊，说粤语。粤语，对，越南语啊。粤语是越南语啊，当下比较火了，叫牙套妹。哦，太好了。牙套妹奈何没撒，妹妹有这样强大美腿，找个美国牛空抱着夜色走了，你快点撒了没撒，太母人道。挺好的呀，这个挺好的，韵味非常好。这是错错错那歌是吧，废话好棒啊，觉得这个来猪猪猪猪来一个猪猪。因为确实这金仙唱这歌曲啊，确实是，是不是？确实是的，这个稍微啊，这个旋律深入人心，但是大伙听的是一头雾水。像我朱鹤松回到我的家乡演出啊，我绝对不能唱的这种歌曲。哦，你是不是嫁到武汉了？这我的家乡，我家乡啊，是家乡父老养育出了朱鹤松，我是喝长江水长大的宝宝啊。哎，上次他去哈尔滨说是喝松花香水长大的。给大家展示一点这个相声的基本功，大伙儿熟悉朱鹤松都知道朱鹤松这个绕口令说得非常的好，我特别擅长说这个绕口令，给大家来一个简简单单的，大家试一试我的味道如何。绕口令顺嘴溜，四门三桥五牌楼，出了边门还要往东走，狗啃又搂搂又搂，太母印度。哎呦，这真有这新意的，哎，要不说人要不要脸鬼都害怕呀。挺好的哈，很有自创能力哈。这个来六哥给大伙来一个。谢谢大家，我跟那个轮儿都是东北人，唱个东北小曲吧。还好，东北小夜曲《月牙》。哎，天上升起一弯月牙，牙儿弯弯，正把那个月光洒。人都管月牙儿叫月老，月老儿转把，正把那个红线儿扎。两颗心，
两颗心从此就在那个一疙瘩呀，哎哎哎哎哎呀，哎，非常有韵味。这个来，这个我们的那个大爷，我们大爷来一个，大爷，大爷来一个，大爷给我们展示一个。欢乐满大厅，演员显其能，来到武汉城，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谢谢。唱两句那个，我因为我来自天津啊，唱几句天津京东大鼓吧，好吧。今天的观众特别热情，我一上台就有掌声，对您的掌声表示感谢呀，杨进明给您的鞠上一躬啊啊！谢谢大爷，谢谢大爷，真不容易啊！大爷今天已经七十多高龄了，真的还能活跃在舞台上，真的真是看一眼少一眼，我跟你说。玩笑啊，祝大爷健康长寿。这个贺真，贺真来一个。这个我给大伙儿唱一同仁堂吧。哎呦，还太好了，你看看。哦，刚唱完。是。这个。变来了。六哥，东北人唱东北小曲儿。杨大爷呢，天津人唱天津的。哎，武汉的刚才也唱武汉的了。这个我是北京人，北京有一个曲艺形式叫单弦儿。单弦里有很多曲牌，我给大伙儿唱一个小曲牌，叫《俏东风》。好。朔风儿冷，雪花儿飘，寻梅的老叟过灞桥。欲望前村把梁棚放，转山环举木桥，不觉来到草团飘。啊啊啊啊好好，现在能唱这个的少之又少，知道的都是凤毛麟角，真的好好活着啊。这个来，这个九成，九成来一个，来石家庄酒蒙子。你给我报一个石家庄的，河北是吧？啊，那我唱一个河北的评戏。哟，评戏唱一个大伙基本都听过的，哦，常听相声可能都听过这段，叫什么来着？啊，对，就这个啊，就唱这个了，一唱可能就知道了。并非是儿臣以小犯上，有一辈古人也作比方，楚庄王有道，世人正，四京安静守封疆。和功臣设下了太平宴，君臣欢聚饮琼浆，直到在黄昏星月将，秉烛辉煌照殿堂，许娘娘敬酒见台上，忽然间狂风吹灭烛光，小将唐娇饮酒过量，他顺手牵袖放轻狂，他顺手牵袖放轻狂，许娘娘则应敬小将，他就顿步低言奏庄王，庄王命文武把官应则去，先饮杯中酒，然后秉烛光，别走，他在德应会上放小将，国事之心未损，上到后来，哎，庄王伐郑带兵西上，那唐娇舍命保家得姓杨，不是君王海亮，怎得小将保朝纲，前朝古今朝事俱是一样，我的老皇叔王位，哎，
望皇父明鉴细思量，今朝要斩你就将儿斩，留下秦营保大唐。九成唱的太有味儿了，真是在德云社我们这个单位来讲能唱的这么有味儿的其实也没有几位啊。这个评剧来讲呢，我师父之前也唱好多评剧，大伙儿其实也挺熟知评剧的，比方说电视里边大伙儿总听那个赵丽蓉老师曾经唱过的，我做的是焖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的白莲藕，海蜇半肚的滋味足，四两四热那个八碟菜呀，白干老酒味，烫一壶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不香。当年的一段经典哈，这样咱一块儿给大伙唱一个好不好？来往前来了，好吧，咱来了啊，咱们唱一段那个劝善歌。啊，来会唱的咱往前站啊，头一段我先来啊。哎，预备走。混沌初分，实在难消啊。谁知道地多厚，天有多么样的高傲，日月穿梭催人老，有争名把利捞，难免死生路一条，八个字造就命也该着啊，八个字造就命也该着啊，树大那根那深要扎稳牢啊，人手这个教条武艺高，熏陶三边吃甜水，劝民工你们人为高，千万别把那个小人笑，小人他过河就拆桥啊，小人他过河就拆桥啊，君王有道乐也逍遥啊，十万里江山扎得稳牢，文官能忍戴纱帽，武将忍穿蟒袍，赤亮当兵也得忍着，似这样太平景象谁都乐逍遥啊，似这样太平的景象谁都乐逍遥啊，庄稼人能忍起早贪黑，土房子搬你防备那个雨来吹，地要是薄了多加点料，顶星星带月归，耕种出跑好几回，到秋后收粮阖家喜双眉呀，到秋后收粮阖家喜双眉呀，大千世界南北西东，三寸舍六方台，娱乐升平直山，轻摇谈天下，春花秋月冬雪风，留着残荷听雨声，冷眼看浮生如梦，烟雨化飞龙啊，冷眼看浮生如梦，烟雨化飞龙啊，走过了山川六水大海大江啊，看惯了灯红酒绿世态炎凉啊，争什么多来论的什么少，冲好汉你逞刚强，金银财宝梦荒凉，倒不如德云社开心笑一场，愿诸位你们招财进宝喜气洋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光临，朋友们晚安。你的热爱正在热播。